们前面已经讲了好几个人物，这好几个人物里面呢，它主要是这么三家：道家、墨家、儒家。那么这三家实际上都是先秦的显学。那么除了这三家之外，在先秦还有一家思想影响可能比他们还大，那就是法家思想。并且最终法家思想可以说在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层面它是取得了成功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商鞅就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啊。我们前面讲的那几个人物啊，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和庄子，可以说他们是比较纯粹的思想家，比较纯粹的思想家。在我们前面讲的这几个人物里面，除了孔子曾经有过比较短暂的从政的历史之外，其他的像老子、像墨子、像庄子、像孟子，他们实际上都并没有实际的从政治上来做官，所以呢，他们在现实的政治上的这个政治体制层上的影响嘛，都不算很大啊。他们影响主要在思想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商鞅呢，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在秦国，在秦孝公的手下，得到秦孝公的支持，掌管秦国的大权，整整19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19年。这个19年，他得到了秦孝公的完全的信任，完全的放手支持他，然后他可以利用秦国的行政的体制的力量，来对秦国进行文化上的、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全面的改革，最后让一个西方的一个弱小的、愚昧的、落后的一个国家，一变而为战国时候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说在现实的政治施工上，商鞅可以说是先秦的诸子里面无与伦比的一个人物。那么对他的评价呢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来讲关于商鞅，我们准备讲两讲。第一讲我主要讲他做了什么，第二讲就是明天我们准备讲他说了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就讲第一讲，他做了什么。首先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出身等等。根据史记的记载，商鞅他的出身是魏国的公子，魏国的一个公子。战国时我们知道有两个魏国啊，一个是那个所谓的大魏啊，还有一个小魏，保卫的魏。那么商鞅呢是属于这个小魏，保卫的这个魏。魏鞅、公孙鞅、商鞅，这三个字都是一个人。那么关于他的学问的来源，史记上的记载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句话，说少好刑名之学。他年轻的时候他喜欢什么样的学问呢？刑名之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诸子百家各种思想大碰撞的时代，每一个求学的人都会有他自己不同的兴趣的方向，然后他自己选择一个学问来作为他自己的一生的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商鞅喜欢的是所谓的刑名之学。什么叫刑名之学？我简单的讲，刑名之学就是政治和法律。那么他最初出来的时候，就是在魏国的当时的国相叫公叔痤，在他的手下做中庶子。所谓的中庶子嘛，就是一个侍从之臣了，就天天跟在身边，给他提一点建议，有问题嘛帮他解答解答，出出主意，参谋，就这样的一种职务。当时魏国的宰相就是叫公叔痤这么个人物。实际上商鞅的时代和孟子和庄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同一个时代的人物。我们看同一个时期出了这么多的大人物，那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那么公叔痤做了多年的宰相，年纪大了，生病了，而且这一病不起，快要死了。梁惠王就到了这个公叔痤家里面去看望他。梁惠王看到公叔痤的这个病情了，他觉得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这个宰相啊，这个国相可能不会再痊愈了。所以嘛，他也就很坦率的跟公叔痤提了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也不要忌讳什么了。如果你去世了，我们魏国的大事可以托付给谁？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人才？那么这个公叔痤就推荐了谁呢？就推荐了商鞅，当时叫公孙鞅。他跟这个魏惠王说啊，我手下有个中庶子，叫公孙鞅，非常有才干。我希望我死以后，你能够把魏国的所有的大事、大权都交给他。这个魏惠王听了以后啊，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这个推荐本身也有一点突兀。直到公叔痤自己啊，在此前应该说他做的前期的铺垫的工作也没有做好，因为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看身份的时代。你手下的一个侍从之臣，你突然就把他推荐上来，让他做国相，让国王把国家的大事全部都托付给他。前面你没有跟魏惠王有什么更多的交代，这一点让魏惠王一时来接受的话，也确实有问题。所以呢，梁惠王听了这个推荐以后嘛，他没有什么反应，默然不应啊。这一段故事是司马迁记载下来的。司马迁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历史学家，他只要碰到这些很幽默的事情，他记载起来的也就往往比较生动。那么这个梁惠王默然不应以后，公叔痤也就看在眼里，他也就知道了，梁惠王不会重用他手下的这个公孙鞅。然后在梁惠王要告辞的时候，他先让周围的人都出去，就把梁惠王一个人留下来，然后跟梁惠王说：“我给你推荐的这个人，如果你不用他，那你就必须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跑到魏国以外的国家去。”这句话我们可以看成是两个意思。第一，从字面上看，他是希望梁惠王在这两点之间做一个选择，而且由于他已经看出来梁惠王不会重用公孙鞅，所以呢，他就希望梁惠王能够下决心，干脆把他杀了。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什么呢？是公叔痤再一次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向梁惠王推荐公孙鞅，因为他这一句话里包含一个含义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杀掉他呢？为什么我提议你不用他就杀掉他呢？因为他太有才干，这样的人才你如果不用，让别人用了，那就对我们魏国就是极大的威胁。如果梁惠王认识到这一点，他可能会重用公孙鞅的。所以公叔痤跟梁惠王最后，在没有别人的、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他说了这样的话，是有两层含义的。但是，梁惠王仍然对此没有感觉，就走了。梁惠王这边一走，这个公叔痤这个人为人也很不错的，马上把商鞅、把这个公孙鞅叫进来，说：“你现在赶紧逃跑。刚才国君到我这儿来，我向他推荐了你，我看他那个表情好像不愿意重用你。那么我本着一个原则，先君后臣，先国家后私人，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所以我向他建议杀了你。那么现在我要照顾你，你赶紧逃跑，不然他会杀掉你的。”这公叔痤啊，你别看他临死之前还是一点不糊涂啊。什么事情都做得很有分寸，这几件事情应该说他做的都对的。但是公孙鞅听到了公叔痤这样的建议以后，这么个警告、这么个劝告以后，他很从容，他笑着说：“如果我们的国君不听你的话重用我，他就不会听你的话来杀掉我。”那这话讲得很有道理，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不愿意重用我的话，说明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如果我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哪怕我跑到别的国家，我也不会对魏国造成威胁。我既然对魏国不会造成威胁，他自然就不会杀掉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法家思想和道家和儒家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道家的思想是诗性化的思维，很形象性的，儒家的思想嘛是一种比性式的、比附式的一种道德化的思维，而法家的思想确实有很多地方是很合乎于逻辑的，很严密的逻辑推理的。我们看看公孙鞅这个地方，他的推理是不是这样？如果他认为我是有才能的人，他就会重用我；如果他认为我不是有才能的人，他不仅不会重用我，而且也不会杀掉我，因为我不会对他造成威胁。有这样的一种冷静的思维的能力，然后才能做那么个大事。所以这是魏鞅或者说公孙鞅在《史记》里面第一次出场、第一次说话，我们就见识了这么一个人他的冷静的头脑和从容的态度。果然魏惠王没有杀他，他在魏国又待了一段时间，他总得要找机会，要找一个用武之地啊。这个时候在魏国的西边，秦国有了一个机会，秦孝公即位了。秦国的历史上有几个很有名的、很有作为的国君呢、像秦孝公之前有个秦穆公，那就非常厉害。那么现在又来了个秦孝公。秦孝公即位的时候，秦国在当时六国之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这个我们要说一下。我们如果不了解秦国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知道商鞅把秦国变成了什么样子。在商鞅变法之前，或者说在秦孝公即位的时候，秦孝公从他的祖先的手里面他接下来的这个秦国的这个摊子，首先我们说在文化上是愚昧的，是落后的。秦国在文化上一直不能和中原国家相比。司马迁写了这个战国春秋战国时候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很多相关的章节里面可以看到秦国当时文化的落后。比如说我举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个我们在座的诸位可能很多人读过这一篇传记的。在这一篇传记里面讲到了秦国的国王，也就是秦王嬴政了，和赵国的国王在渑池这个地方有一个聚会。在聚会的过程里面，秦国的兵力武力比较强大，凭着他的军事的强大，强迫赵国的国王，你给我们演奏一下你们赵国的音乐。那赵国的国王就拉起一把琴就弹了一曲。那个蔺相如觉得，如果仅仅是我们赵国的国王给秦国的国君弹琴了，这个将来，对吧，这个外交的事情记载下去了，我们赵国人很没有面子啊，应该对等啊。所以赵国的国王演奏完了以后，蔺相如马上就说，现在请秦王给我们赵王演奏一段音乐。那么我们知道赵王是拿着琴在演奏的，那么秦王拿什么呢？就拉着一个破瓦罐子敲一敲。秦国的音乐，我们从它的乐器上你就看出来它是多么的落后。有的时候就敲敲瓦罐，有时候瓦罐都不够多，大家一块喝酒喝醉了怎么办呢？就拍自己的大腿，打打拍子，这就是秦国的音乐。所以从文化上看它非常的落后，而且民风也非常的愚昧，父子同居，一家人睡在一张床上，兄弟主力、公公媳妇全都睡在一张床上，这就是秦国当时的风俗，男女无别，
所以在那个时代，中原这些文明的国家，他们是根本看不起秦国的。我们这地方我有一个记录嘛，在这个《史记》的《秦本纪》上面讲到了，秦必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御之。就是秦国他在一个偏僻的西方的一个叫雍州的地方，中原，中国就是中原，中原的诸侯一般来说都不带他玩，我们中原开会的话不通知他，没他的事。如果你来了也行，对吧？当时中原诸侯啊，把一个是先是看不起秦国，那么曾经在更老一点，在春秋时代还看不起什么呢？看不起南方的楚国，也看不起。他们诸侯会盟的时候，大家在一块喝酒，那楚国的国王来了，你来了干什么呀？你去给我们看一看火堆吧，别让我们的篝火给灭了。那楚国的国王就在那地方给人家看着火，他们其他的国王在那喝酒。那么秦国在战国时候到秦孝公的时期，他们的地位还是这样，夷狄御之。什么意思呢？就说中原这些国家把秦国看成是北方的野蛮的落后的少数民族。夷这个词，狄这个词，这就是我们原来指的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所以在秦孝公即位的时候，秦国在当时的中原各国的眼里面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是一个愚昧的地方。那么秦孝公对这一个状况他当然很不满意，他觉得自己的国家没有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在国际上被人家轻视，所以他立志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于是他就下令招揽人才，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个当然秦国是一直是有传统的，秦国的宰相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其他国家，这个是秦国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我们现在要追溯一下，秦国作为一个野蛮的落后的一个西方小国，为什么最终是他取得了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开放政策，他的人才市场是开放的，他的人才市场是开放的。我们刚才讲到秦穆公手下的几个代表性的最有名的大臣都是从其他国家来的。商鞅，你看秦孝公手下也是这样。我们看到秦始皇手下的那些人，吕不韦也不是他秦国人，李斯也不是他秦国人，魏缭也不是秦国人，凡是在秦国做出大事的，立了大功的，对推动秦国的历史有大功劳的，几乎没有秦国人。所以后来李斯写了一篇文章叫《谏逐客书》，也是在秦国的这样的背景下，他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啊，这样的文章也只有秦国的国君他才能理解。那么秦孝公发布诏令，要在当时的诸侯国的范围里面招揽人才，他开出的价码也很高，谁能够帮我把秦国弄强大了、发达了，能够和诸侯国争议高低了，那么我可以把土地分封给他。那么商鞅在魏国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看到秦国有这样的情况，他自然就到了秦国。这样的情况我们刚才讲，像李斯也属于这个情况。李斯是楚国人呢，他跟着荀子学习，他觉得自己学的差不多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别的国家能够用他，他也跑到了秦国，也在秦国成就了一番大事。实际上我们说，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你让外来的人口在你这个地方成功，你也就成功了。那么商鞅进入秦国以后，作为一个外来的士，要接近国王也是要花一番功夫的。我知道国王至少他有很多的事情，不能说随便谁想见就见的。那么商鞅来找到了谁？来找到了秦孝公的一个很宠幸的一个太监
叫景琛。那么讲到这点，我们要顺便说一下，实际上商鞅确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是一个只求成功而不择手段的人物，这确确实实是他的一个特点。只要成功，他确实可以不择手段。那么景琛把商鞅、把公孙鞅推荐给了秦孝公，要说服秦孝公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战国春秋战国时，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学派叫纵横家，这些士们要游说国君，让国君信任他，把权力交给他，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个很有名的这个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最早的游说秦惠王的时候就是失败的。那苏秦也是很能说的人物啊，他就失败了。后来韩非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说懒。什么叫说懒？游说国君非常困难，要让他信任你很困难，你要说的好让他信任你很困难，说的不好还会掉脑袋，那就更危险。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非常详细的说明了游说国君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应该从什么地方去打动他，应该先了解国君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比如韩非子讲到了，你先了解他，如果这个国君是一个好名的人，那你就不能给他谈利，你就要给他谈名；如果国君是一个好利的人，那你就不要给他谈名，你就给他谈利。那么还有，有的国君表面上好名，实际上好利，那么你就要跟他谈表面上是很有名声，实际上又能得很多利的事情。分析都非常详尽，很长的几千字的长文，游说国君不容易啊。那么魏鞅以前又没有资历，只不过是在魏国的这个宰相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家臣，要进入朝廷做大臣，这不是一步登天的事情。所以他游说秦孝公的这个路是很复杂的，根据史记的记载，他四见秦孝公，最终才得以成功。所以我们有时候反过来想一下，很多人批评商鞅说他不该走景琰的这一条路，实际上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不是景琰跟秦孝公有这样特殊的关系，秦孝公不可能给商鞅四次机会。所以也可以讲，商鞅选择景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好，景琰把商鞅推荐给了秦孝公，秦孝公说好吧，你推荐的我相信你，让他来见一见吧。第一次谈完话以后，秦孝公出来非常生气，把景琰叫来训了一顿，你给我推荐的是什么人啊，他说的那一套我完全听不懂。按说到此可以说已经没路可走了。然后景琰出来也很生气的找到商鞅，说我费了很大的劲把你推荐上去呢，你到底跟我们的国君说了什么？他很生气啊。商鞅说我知道了，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景琰又到秦孝公的地方去，又睡了半天。好，秦孝公说那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二次去了，说完了以后，秦孝公还是非常不满意，回来又把景琰给说了一顿，你所引荐的这个客人我已经没有兴趣了，我已经给他两次机会了。那景琰也没有面子啊，他回来又找商鞅，他又责备商鞅，你第二次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我们的国君还是很生气啊。那商鞅说行，我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希望你再给我第三次机会。谁能给你三次机会？真的只有景琰这个人才有可能。通过景琰的努力，秦孝公第三次接见了魏鞅。这一次谈完以后，秦孝公有一点感觉了，
回来跟警戒说，你这个客人还不错，他讲的那些嘛，好像还是有一些意思的。于是接着警戒就给他安排第四次见面。我们知道那个苏秦见秦惠王只有一次机会啊，一次机会，那个苏秦讲了大段的言论啊，你看那个战国策上记载的时间记载了，讲了上千字的言论，讲完了以后把秦惠王就讲了一句话，你讲的这些讲的都太对了，可是我们现在时机不成熟，以后再说吧。然后那个苏秦就在秦国的首都里面一直待着，当时的秦国的首都已经在咸阳了，一直待着，带去的盘缠全部用完了，最后带去的一件皮大衣都当掉了，就等不到再有第二次接见他的机会了，只好回家了。所以我们说商鞅的取得成功，这个警戒确实起了太重要的作用了。好，第四次见面的效果就非常好了。史记上的记载是，两个人说到最后，因为古人嘛，我们说他不像我们今天是坐在沙发上，对吧？后来坐在凳子上。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这个凳子是从这个唐代以后从胡人的地方传来的，当时称之为胡床，对吧？我们以前汉人的做法就是地上一个席子，然后跪在地上，臀部就坐在自己的脚踝根上，是这样坐着的。那么秦孝公和商鞅两个人，他每个人就是一个席子了，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席子上。谈到最后，秦孝公越听越入迷，越听越想听，不知不觉他的乞丐都离开了自己的坐席，坐到了商鞅的席子上去了。然后秦孝公高兴得不得了，这下出来把景介夸奖了一顿，哎，你推荐的这个客人真是了不起，很好。那个景介也很高兴，跑到商鞅的地方问他，你到底跟我们郭靖说了什么，他那么高兴。商鞅说，我跟他谈了四次，第一次我跟他谈地道，就是三皇五帝的那个五帝之道，你们的国君不感兴趣。第二次我跟他谈王道，所谓的王道嘛，那就是夏禹、商汤、周武，他也不感兴趣。五帝知道他不感兴趣，三王知道他也不感兴趣，所以前两次为什么我失败了，我是试探他到底他的兴趣在哪里。你们的国君告诉我说，要做三王之道，要做五帝之道，那可能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见效，我没有那个耐心，我想就在我自己的任期内，我就要做出一番事业，我要有政绩，是吧？所以你讲的五帝之道、三王之道，我都不感兴趣。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在我任期里面，我就能做的？说我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从第三次开始跟他讲霸道。地道不感兴趣，王道不感兴趣，他只对什么感兴趣？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那个霸道啊。所谓的霸道，就是靠武力去讨伐别人的国家，把别人的土地占过来，把别人的资源抢过来，灭掉别人的国家。那个秦孝公听到这个话，他非常高兴，很合他的脾气。我们知道秦国是没什么文化的，所以他没有文化上的约束，没有文化上的负担，没有文化的民族，没有文化的国家，他往往最感兴趣的、最追求的就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世俗的成功。所以我们从商鞅的成功，我们再反观一下孔子为什么不成功，孟子为什么不成功，庄子为什么不成功，你就知道了。因为他们都坚持自己的理想，绝不做一点点的让步。孔子在不成功的时候，有一次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在陈蔡绝粮，饿了七天，大家都饿得爬不起来了，孔子把弟子们召集起来问一问，你们看看为什么我们处境这么悲惨，我们讨论一下。那其中孔子的一个很聪明的弟子子贡就讲到了，老师啊，你的道太高了，可是天下的人太低了，
天下的国君，对吧？他们的理想跟你的理想没法比，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道降低一点，适合他们口味一点？孔子听了子贡这个话很生气，把子贡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你志向不远。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给这个社会建立一个公道，建立一个正义的标准。我们怎么能降低自己呢？降低不是堕落吗？所以孔子不愿意降低，孟子也不愿意降低，庄子也不愿意降低。那么商鞅的成功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一开始也跟别人谈地道，谈王道，可是他发现秦孝公对地道不感兴趣，对王道也不感兴趣的时候，他马上就降低了自己。那好，我就跟你谈霸道，怎么样的来富国强兵，怎么样把我们的军队弄强大，让我们的国家更具有攻击性。所以我后面要讲到商鞅的变法在秦国，他不是让秦国变文明了，他是让秦国变野蛮了，他是让一个愚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但是他的这种想法，他的这种想法很符合秦孝公的口味，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符合当时的时代的要求。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为什么我们把那个时代称之为战国，所谓的战国就是能攻善战之国，有作战能力的国家，能够和别人对抗的国家。那个时代如果你不是战国，你这个国家就没有能力，你的国家就被消灭了。能够存下来的这几个国家都是属于战国。所以那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那个时代的主题就是战。商鞅抓住了这个主题，然后找到了秦孝公，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现在商鞅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但是仅仅有一个秦孝公的支持是不是就一定可以？他必定在秦国的朝廷还会碰到很多的阻力。所以司马迁接着记到了商鞅在朝廷上当着秦孝公的面和秦国的两位大臣的辩论。这一次辩论非常重要，一个大臣叫甘龙，一个叫杜挚。我们说首先必须要有理论上的支持啊，没有革命的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啊。所以商鞅说服了秦孝公，他只是成功走了一半，还有一半就必须在朝廷上要设战群攻，不是群辱，那地方没什么辱。那就是为什么叫群攻呢？就是秦国的那些王公大臣，这都是贵族，都是特别有势力的人物。一个小小的外来户，一个没有资本的一个小年轻人，要在朝廷上和那些秦国的根深蒂固的贵族们进行辩论，要在理论上战胜他们，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应该说商鞅在这次辩论的最后他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他毕竟他在思想上是比这些人要先进的多，他在思想上要比这些守旧的人要先进的多。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辩论的技巧的问题，真理需要技巧来传播，真理们有的时候也需要技巧来为他辩护，但是真理最终取得胜利还是靠他自身是真理。那么商鞅和这个甘龙杜挚的辩论的时候，甘龙和杜挚的观点主要就这么几句话，所谓的智者不变法而治，很空洞。什么意思呢？智慧的人不要改变祖宗传下来的那些法治就可以把天下治好。我们看这句话能叫理论吗？非常空洞，根本不具备说服力。然后他又说到了发古无故，循礼无邪。什么意思呢？发古向古人学习，照古人所说的，照古人所做的那样去做，不会犯错误，照着古代的礼仪去做，不会走到邪路。没有逻辑性，也没有现实性，所以他们在理论上根本不是商鞅的对手，不是商鞅的对手。
和思想顽固的、保守的、落后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占一时的上风，但是这种占上风绝不是因为他们思想本身的力量，它一定是由于其他的力量，比如说身份、地位、权力。当我们给他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充分的辩论的时候，他们肯定不是对手。但是人类社会啊，在专制的社会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没有你说话的权利。秦孝公在这地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了商鞅一个说话的权利，给了他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给了他一个话筒。不然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年轻人，一个外来户，你哪有资格跟秦国的王公大臣们在一块辩论呢？他剥夺你的话语权。那么商鞅在这一次辩论里面他讲到了几点，他其中讲到了就针对前像这个甘龙杜之所讲的不变法的理论，他讲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治。三代就是夏商周，夏商周难道他们的制度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但是他们照样取得成功。谁说商朝就学了夏朝？谁说周朝就一定完全模仿商朝？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变革、有革命，然后才能取得他们自己的成功。这叫三王，还有五霸，春秋不是有五霸吗？五霸他们的施政的方略难道是一样的吗？也不一样，他们的施政的方针是不一样的，他们个人的作风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同样都能够成为霸主，建立了一番霸业，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然后商鞅还讽刺这两个人说：智者作法，愚者治也。智慧的人，真正的有才华的人是制定法律的，而愚蠢的人才会老是抱着古人的东西，抱餐守学，不知变通。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辩论里面，商鞅们还讲到了疑心无名，疑事无功，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果断坚定。这个话实际上说给秦孝公听的，我已经说服你了，我们曾经我们前两天我们谈得很好，今天你可不要听这两个人胡说八道，你改变主张了。你如果有一点的疑惑，你就不会有大的成功，你就不会取得成绩。不要有疑惑。那么这一场辩论嘛，最终我们说以商鞅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在这里面商鞅有一些很有名的话啊，也算是一些名言了啊，比如说他讲到了啊：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个后来在这个中国历史上一再的被人引用。智德不合于俗啊，成大功的人也是不谋于众的。这话可以两个，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我们要稍微要理解的要复杂一点。你可以从专制的独断的角度来理解，要干大事情就要独断专行，这是商鞅的本意啊。你不要听那么多人的意见，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你都听一听，那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你一要独断要专行，你认准了你就干，这是商鞅的本意。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主见，当你自己看准目标以后，你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那么这一场的辩论最后更加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于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就正式的拉开了序幕。他的变法的主要的措施有这么一些内容，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变法的措施，分成两方面来讲，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首先我们看看他的经济上的措施。
经济上的促使，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简单的做个概括。那商鞅变法那理由很多了，我们专门如果讲商鞅变法，你可以研究一本书都可以。我们今天简单的讲三个内容。第一条内容就是废井田，开阡陌。我们知道古代的周朝时候的田亩制度是井田制，一块四方的土地，把它分成九块，中间是个什么形状？什么字啊？井字。那你把一个方块，你把它分成九块，中间不是一个井字形状吗？所以这个的田亩制度叫井田制。周围的八块都给私人去耕种，中间的一块叫公田，周围的八块叫私田。那么周围这八家把公田种完以后，再去种自己的私田，把公田收获完以后，再去收获自己的私田，公田收获上来了就交给国家，这是古代的井田制。那么到了商鞅这个时代，井田制实际上已经不适合那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了，所以废除井田制。实际上秦国的这个井田制的改革已经是落后于其他的东方国家将近100年，鲁国的屠瑞母跟商鞅变法已经在100年之前就搞了，所以它是很落后的国家了。从这可以看出来，废除井田制。然后这个井田制原先因为土地有疆界，这个疆界就是什么呢？叫阡和陌，纵向的叫阡，横向的叫陌。那么商鞅要求把这个阡陌这个田埂了全部挖掉，挖掉了以后嘛，整个就地界就不存在了，然后重新分配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实际上就允许土地私有，然后上税就可以了，给国家交赋税就可以了，并且所有的荒地大家可以自己去开荒，允许你自己去开荒，你开出来的荒地在几年之内不收税，鼓励你。所以我们明天要讲到这个商君书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开荒的，然后允许土地自由的买卖，没问题，你占有的土地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控制你，你占有的土地越多，你要上的税也就越多。以前的税是按照家庭来的，现在的税按什么来？按照占有土地的数量来的，所以国家的经济没有损失。那么这个措施，商鞅的这个措施看起来是个经济措施，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措施打击了秦国的奴隶主的力量，把秦国当时新兴的一个阶层，就是地主阶级这个阶层扶植起来了。奴隶主在那个时代已经是个保守的力量了，是一个落后的力量的代表了，这是他的经济的措施之一。经济的措施之二就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这个政策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可以说一直到清代我们都是这个政策，重农抑商，把农业看成是国家的本，把商业看成是国家的末。我们汉语不是有个词吗？叫本末倒置。在国家的经济的命脉上，我们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看成是立国之本，而把商业看成是末。汉代也是这样，你看那个晁错写的那些文章给汉景帝上的书都讲到这个问题。你到了明代以后，那个朱元璋对吧，就非常严厉的打击商业，把那些东南包括像苏州这个地方的苏杭这个地方的那个商人全部都迁到他的老家安徽的凤阳去种田，也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就是商鞅定下来的。因为在商鞅看来，国家只要强大，在列国的战争里面我在战场上能够取胜，我这个国家就是厉害的。那么要在战场上取胜，当然军队要有战斗力，军队要有战斗力，这个怎么样提高战斗力我们下面马上要讲到。那么同时要保证粮食的供应，要有粮食的供应，所以他特别重视农业。
在《商君书》里面，他把商人看成是国家的狮子，就是在我们身上咬的那个狮子，跳蚤狮子一类，应该把这些商人都把他怎么样呢？都应该把他们都杀掉，逼着他们改行。如果不改行，都杀掉。因为国家只要两种人，一种是给国家生产粮食的人，一种是给国家打仗的人。平时你给国家生产粮食，到战争的年代你就给国家打仗。只要这两种人，其他的都不要。所以他要奖励耕织，一方面重视农业，抑制商人，同时来奖励耕织。耕织就是种田，植物了就当然要做衣服了。这是他的第二个政策。第三个就是统一度量衡，这个确实很了不起的一个功劳。统一度量衡，这个如果不统一的话，你首先一国之内都很难进行商业上的交通。你度量衡不统一啊，你的一斤跟我的一斤的数量不一样，你的一尺跟我一尺的长度不同，那怎么可以啊？所以统一度量衡，这个是商鞅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功劳。后来到了秦国统一以后，李斯接着做了这一项工作，把六国的度量衡全统一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他的商业上的啊，这个经济上的主要的三个措施。与此相应呢，他要求分家。因为秦国我刚才讲了，那是大家庭，一大家人全住在一起，首先风俗就搞坏了，一大家男女无别，全睡在一起，都在一个房子里住，那真的到最后乱得不像个样子。那么商鞅说，这样的风气，因为商鞅毕竟是中原地区来的，他看到这样的野蛮的风气，他真是看不惯，他要改革。然后他要求分家，一家里面只要有弟兄两个，你必须分家，你如果不分家，我加重你的赋税。然后导致这个小家庭，这个小家庭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文明化了，男女有别了，不至于一大家人在一块，对吧，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对吧，不正当的事情，不会了。所以这一点移风易俗之功啊，我们讲到商鞅他对秦国移风易俗这个词，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词，就是最初人们用来说明商鞅在秦国改革的一大功劳的，这一点确实我们必须承认很了不起。小家庭，同时小家庭还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家庭们吃大锅饭吗？你老大多干一点，老小可能会偷懒吗？你分了家了，老大你多干，老小也不没法偷懒了，他自己也都要拼命干。所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的积极性，所以分家有这样的功劳。同时分家以后呢，户口数量增加了，户口的数量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也就增加了。说商鞅很聪明啊，商鞅在思想上，对吧，在这些他可能比不上这个孔子孟子庄子，但是在具体的政治的实际的行政才干上，那这些人都是比不上他的，真的是很了不起的。政治上嘛，他也有一些措施，相应的有这么一些措施。我们主要讲四点。首先一点，奖励军功，废除以前的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新的爵位制。奖励军功，你在战场上打仗，你立功了，你杀的敌人多，那么要给你奖励的，得提高战斗力吗？那么以前是世卿世禄，什么叫世卿？代代相传的，你老子是这样的一个爵位，然后你老子死了，儿子同样得到这个爵位，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就有继承权，你然后永远过好日子，这个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爵位的人不用上进，他也可以过好日子，没有爵位的人，你拼命的努力，你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这个国家人们就渐渐的都变得消极了，都变得懒惰了，都变得不求上进了。因为命中注定了，你生在这个家庭，你就这个命。国家有一点财产一直给这些大家族，给这些王公贵族的家族分去了，国家拿不出更多的财物来奖励那些为国家真正的立功的人，所以立功的人得不到奖励，他也就不愿意立功了。
那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不用做事情，他同样可以得到国家的很多很多的待遇，他也不用干活了。那么商鞅要改革，把这个全废掉，建立新的爵位制度，建立了20等爵位。第一等50担叫公事，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是彻侯，1000担，每一个之间的差距是50。一担嘛，在按照我们现在的算法嘛，当时的一担嘛相当于今天的30.75公斤。那么这个一担的爵位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一个普通的士兵，你在战场上你杀了一个敌人，那好，杀一个你就有50担的爵位了。你如果要粮食，我就给你送这些粮食。你如果要做官，你说我要一个爵位，那好，以后你就叫公事，哎，有政治地位了。你看，等于说什么？就是商鞅把以前的国家的社会的资源全部重新收回来，然后重新的根据每一个人给国家实际的做的事情立的功劳来给大家分配。这一点确实很了不起，很聪明的。首先国家把这些资源收回来，他有这个能力，然后嘛，他发放的这些奖励的措施，他确实奖给了那些给国家做出实际贡献的人，然后鼓励更多的人为国家做贡献。杀一个人就是50担，那么杀两个人呢就是100担。所以这个情况到最后也产生了一个很可怕的效果，因为你杀人了以后你怎么证明了？你说我在战场上今天杀了5个人，那你怎么证明了？所以呢要求把人头带回来。所以那个我上次给大家讲到了司马迁史记里面讲到秦国的士兵呢、啊、那真的是很恐怖，拉着一把大刀，刀上滴着血，然后像野兽一样往前冲，那个腰上可能就挂着人头。你想这样的人冲过来，你看他像人吗？那真的是野兽啊。所以那个六国的军队只要一看到秦国的士兵来了，全都吓跑了，是吧？你看你现在是人，看到一个人腰上挂着两个人头过来了，你就担心我的人头马上挂到那去了，是不是？所以光这个就这个样子就把对方给吓住了。后来这个荀子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说楚国的军队打不过魏国的，魏国的军队打不过秦国的，六国的所有的军队都不是秦国军队的对手。他就这样的办法把秦国的士兵搞得非常恐惧，虎狼之国。秦国到了战国时期，他的名字就变成了虎狼之国。那么士兵们为了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有政治地位，同时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在战场上当然会拼命了，这个当然是积极的一方面。另外呢，如果你犯个罪的人，你可以通过杀人来抵罪。如果你家的父母亲都已经犯过罪了，比如在国家的监狱里面关着，那么你的儿子如果在前线杀了两个敌人，你两个人马上就可以放出来。那如果打了败仗，你回来要受惩罚。如果你投降了敌人，那么你家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要受惩罚，都要变成国家的奴隶。所以秦国的士兵到最后一个一个都宁死不屈，那不是有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们有仁直啊。那么所以我说商鞅这种做法是等于说把国家的国民呢、啊、都变成了政府的仁直，这个政府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黑社会了，变成了绑架团伙了。所以我说我明天要专门讲这样的问题，就是商鞅这个改革真的是我们很难给他一个正面的评价，也很难给他完全一个负面的评价。这种做法很恐怖，国家的老百姓在这个国家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的权利。哎，你说怎么没有权利啊？杀了两个人，马上一个普通的人就可以变成一个有公事了，对吧？还可以爵位一点点上升。但是如果这样的国家，你愿意去吗？实际上在战国时代，秦国在战场上是可以说是节节胜利，但是六国的老百姓，秦国的军队到哪个地方，老百姓全部逃走，他们不愿意在秦国做秦国的百姓。
这样的一种很残酷的这种施政的一种风格，也是商鞅给定下来的，这跟他的这个爵位的制度有关。那么在这个爵位制度里面，下面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我们刚才讲到人职的问题，不仅同一个家族的人互为人职，你犯了法了，那么你其他的家族的亲戚朋友都是你的人职。而且商鞅实行了这一个户籍制度以后，把你的周围的邻居都变成了国家的人职，五家称之为五，十家称之为十，然后这些人在一起，十家或者五家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行政单位，一个小组，这五家和十家要共同承担一切的后果。比如说他们要互相监督，如果有一个人犯了法，那么你们全部都要跟着倒霉。连坐法，连坐法，我们中国后来的封建社会里面那么漫长时期的残酷的连坐法，都是商鞅带来的。所以鲁迅曾经讲，中国的社会是不似人间啊，简直像地狱一样，这一点都跟商鞅有关啊，真的是跟商鞅有关啊。那么这个连坐法里面，比如说十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犯了罪了，你们必须告发，你没有告发腰斩，告发了可以免罪，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责任，你不告发腰斩，这就是他定的。然后他就让这些人所有的人都互相盯着，都盯得很紧，他就不要警察了，每个人都是警察，每个人都是别人的警察，每个人都在盯着别人，而且所有的人又都在盯着我，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是不是很恐惧啊？非常恐惧。所以生活在秦国那简直是地狱啊，真的是地狱。然后我们商鞅还规定了旅店里面同不能够收留没有官府品证的人来住宿，这个我们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制度啊延续了很久啊，这是他第二个，就是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第三嘛，就推行县制，这个和这一点是做得很好的，负面作用比较小的。以前我们说秦国是比较落后的，它有很多自然生成的一些村落，大家都集中住在一起，小的地方嘛叫聚，就是聚集的聚，大一点的地方叫邑，那口字头下面加个八，那个邑。再大一点嘛叫乡，再大一点嘛叫都，反正人口大一点嘛就这样子，都乡县聚。那么商鞅呢，在秦国实行新政的改革，把这很多的都乡县聚集合起来，集合到一定的数量，设立一个县，直到今天我们还叫这个词，叫县。这个县这个词，商鞅来的，你不要以为商鞅离我们很远，商鞅离我们很近。我们今天的县就是商鞅设的。县下面有很多的都，有很多的乡，有很多的邑，有很多的聚，然后县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单位。后来比县更大一点，商鞅又设了一个什么呢？叫郡。这就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李斯倡导搞郡县制奠定了基础。郡和县就是我们今天的省和县，就是省和县。所以秦国灭亡了以后，汉代建立了。汉代在文化上确实可能更多的是有一点楚国的文化，但是汉代在政治上，在政治的体制上，完全把秦国的那一套继承下来了啊。秦国的那一套就是商鞅的这一套，商鞅的这一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你看商鞅是不是影响久远啊，是吧？我们今天的行政机构就是这样一级一级下来的，很了不起。这是天才啊，你说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书生呢、啊、就在家里面就这么设计啊，设计完了以后，他靠着背后的秦孝公的力量就推广，然后秦国一下子就从整个的制度上就有了极大的创新。秦国为什么能强大？
他最终为什么能够在六国之中脱七国之中脱颖而出，战胜六国？我们有时候不能简单的看问题，一定要不能够简单的看硬件，一定要看背后的软件。秦国最终能够取胜，他的软件做得好，这个软件简单的四个字：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就是商鞅搞的。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靠制度创新。秦国的成功，我可以讲制度创新。商鞅在这一点做的真是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他最后把秦国定成了31个县，当然也有的地方讲的是41个县，或者说36个县，这个问题都不大。我们所能够把握的就是秦啊，在商鞅通过商鞅嘛，秦国在当时的版图之内，所谓的雍州这个地方，他把它区划了成了若干个县，国家可以对这些地方实行有效的控制，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控制，把社会的资源收归国家所有，中间的环节减少了，那些保守的落后的奴隶主的势力被打击了，然后整个社会的活力焕发出来了，秦国因此就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是我讲的政治上的第三点。政治上我最后还讲一点，制定了秦朝的法律，这一点我们说是商鞅，我们可能要特别对他进行批评的地方，因为秦朝的法律，秦历在中国的法律史上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大家看看中国法制史，或者看看法律史，你可以看到真的很了不起。但是我今天不从法律史的角度来讲秦，讲这个秦朝的法律，不从这个角度来讲商鞅，我从一个政治的角度，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看，商鞅的这一个定秦历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这样的一种法律的制定，彻底的让秦国变成了人间地狱，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所谓的连坐法等等，都属于他的法律范围之内。同时嘛，商鞅为了让政府的权力得到绝对化，我刚才讲到了商鞅通过设立县制等等，把政治资源，把这个经济资源，把物质的资源全部收归国有。到了这一步他还不满足，他还要把思想资源也全部控制在国家的手里。走到这一步就很糟糕了，思想的资源也控制在国家的手里，民间不可以出思想，思想只能由政府来出，国家只允许有一个声音，只应该有一种思想，只应该有一个原则，实行一元化的指导，这是商鞅定的。所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要翻诗书安民法令，把传统文化的《诗经》《尚书》等等古代传下来的这些东西烧掉。所以后来李斯搞焚书坑儒，那是后来的事了。在李斯之前，商鞅早在秦国就这么干了。所以我刚才讲了，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让秦国从一个愚昧的国家没有变成文明的国家，他只是把他愚昧变成了野蛮的国家。因为他在文化上不但没有建树，恰恰相反，他倒行逆施，他让秦国更加没有文化。这一点后来秦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丞相，很可惜啊，给秦始皇给杀了，就是吕不韦啊。据说吕不韦嘛，就是秦始皇的亲生父亲啊。吕不韦曾经想改变一下秦国的没文化的这个形象，所以他召集了很多的门客，编了一本书《吕氏春秋》，他试图让这个国家有一点文化。但是呢，后来秦王嬴政把他杀了，然后开始杀了他以后，接着重用的就是李斯。李斯我们说又是一个法家人物，又是一个思想独裁的人物，所以秦王朝直到他建立，直到他灭亡，可以说秦王朝都是没有文化的朝代。
所以他也必然是一个短命的朝代。这是商鞅在政治上的第四点，制定法律，同时呢实行文化专制，实行政治独裁。那么商鞅变法最终在秦国应该说取得了成功，取得了商鞅所要的成功。我们说成功往往是，对吧？是有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判断的。就像庄子讲的样的，成者毁也，是吧？成功有的时候就是毁灭，毁灭有时候也是成功。所以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那么从商鞅的角度讲，他的变法成功了，他的目标就是让国家强大，能攻，能够在战场上占上风，他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当然除此之外，他也建立了一些为后世所一直效法的制度。我们刚才讲到制度创新，这当然是他很值得我们去肯定的地方。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他的这一个变法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不可能做他一个对一个全面的评价。但是商鞅变法有一个谋士，这个谋士我想来提出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谋士就是四个字，自上而下。中国历代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所谓的自上而下，就是改革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甚至来自于政府里面的某几个甚至某一个实权人物的个人的愿望。这样的变革，这样的改革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也是四个字，叫人亡政息。如果这一个实权人物死了，这个改革的事业也就夭折了。商鞅在秦国进行了19年的改革，他取得成功。人们说商鞅的改革成功有好多好多的原因，那我想我们还补充一点，时间足够长。在商鞅改革之前，比如吴起变法、李悝变法都搞过啊，屈原不也在楚国搞变法吗？为什么都失败了？时间太短。商鞅有19年，这个19年是谁给他争取来的呢？秦孝公。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孝公整整活了19年。秦孝公一死，几个月的时间，商鞅就被吹裂而死。所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不能够逃脱人亡政息的这样的一种结局。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都是这样，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还有像明代的这些改革，都属于这样的情况，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模式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商鞅在变革的过程里面他的一些行为、一些作风，我们由此呢最终能找出商鞅最终彻底的失败。他这个失败不仅仅是变革失败了，而且他作为人也失败了。我们找出一下他的原因，我们列了几个标题啊。第一个就是内克刀具之行，对国内他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推行他的变革，用什么样的一种措施来推行他的行政。那么这个战国策上面讲到的内克刀具之行，这是非常形象的一句话。刀具行，这个克就是非常刻毒，非常残酷，毫不留情的意思。对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让老百姓组成一个基层的单位，10家为10，5家为5，然后实行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立奸者与降敌同罚等等。让秦国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而且为了推行他的这个变革，他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有的很成功，有的很成功，但是埋下了祸根。那么比较成功的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叫立木维信，这是商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商鞅准备把他的变革的法令颁布天下的时候，他对于他的法令颁布以后能在秦国的国内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老百姓有多大的程度对他的法令有信任度，他是不放心的。这一点说明商鞅对秦国太了解，秦国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讲信义的国家，秦国的国君历代的国君都是不讲信义的，只要成功什么都可以干的。秦国的不讲信义在诸侯各国里面已经是出了名的。那后来的秦穆公，我就刚才讲，就举一个秦穆公的例子吧。秦穆公和他的女婿晋文公重耳，晋文公重耳可是他女婿啊，他把女儿嫁给他了嘛，那就老丈人和女婿两个人一块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督国部队，去进攻一个小小的郑国，把郑国给包围起来了，眼看郑国就要攻下来了。郑国觉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派了郑国的一个老臣叫朱之武，半夜三更跑到秦国的这个军营里面，见到了秦穆公，给秦穆公讲了一番道理，说你把我郑国打下来对你没好处，因为我们郑国的土地跟晋国接壤，跟你秦国不接壤，所以你把我土地打下来了，这个土地肯定归晋国所有，你帮他忙半天你没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秦穆公一听啊，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当场就决定，行，我不但不攻打你，我还留下两个将军，留下一部分军队帮你守城。第二天早晨，这个晋文公重耳起来准备进攻郑国的时候，他发现郑国的城墙上不仅有郑国的军队，还有他老丈人的军队也在那地方，他就给气昏掉了。然后他的手下这个晋文公的舅舅叫胡范，就说了，我们实在是气死了，我们就攻打秦穆公吧。这个重耳就说，我们现在攻打他我们力量不够，我们就算了吧，忍了吧。那么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秦穆公是不是有一点点讲信义的地方。他马上就背叛了他的女婿，两个人是渡国部队，很快他站到敌人的那一边去了。好了，现在他站到郑国的一边，帮着郑国守郑国的国都了，来攻打他的女婿了。过了几年，他不是留下两个将军和一些军队留在了郑国吗？过了几年以后呢，郑国的人就对秦国的两个将军很信任，把他们城这个国都的这个城市的北边的这个城门的钥匙交给这两个将军了。这两个将军就起了坏心思了，哎，这个城门的钥匙就在我们这儿，我们给国内送个信，让他们派军队来，我们把大门一打开，郑国就攻下来了。他派人送信送给了这个送回了国内，秦穆公一听，哎，这是好事情，马上就派军队去。那秦国秦穆公当时手下有几个很明智的人啊，像监叔啊，像那个百里奚都在啊，说这个事情不能干啊，首先我们这个不讲道德啊，你利用别人的信任，你敢，这个太不讲道德了。况且我们要进攻这个郑国，中间还要经过晋国，这个中间有几百里路啊，要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秦穆公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去攻打郑国。你看他有没有一点信义啊？别人信任你，把国都的都城的门的钥匙交给你，你就竟然利用这一点去攻打别人，他真的是不择手段。不过那一次他因为他利令智昏，最后吃了大亏，那也是活该了。那么我举这些例子就说明什么呢？秦国他有这样的一种不讲信义的文化，他的历代国君都是这样，他历代的政府从来跟老百姓也不讲信义，那老百姓怎么相信你啊？所以商鞅知道这一点，他要树立他这一代新政府的形象。现在我商鞅主政了，我们的新政府是一个讲信义的政府了，怎么样让老百姓相信这一点呢？他设计了一个行动，这就看出一个聪明人啊。他把一个木头啊放到这个城市的
南门，放到这个秦国的这个都城的南门，然后下了一个旁边嘛，写了一个告示，谁能够把这一个木头嘛扛到这个北门去，就给他十斤。大家觉得太可笑了，这个事情可笑有两点。第一，秦国的政府从来讲话不算数的，他可能骗我，让我扛起来，让我白干一趟，然后一分钱也不给的，是吧？这是第一个不相信。另外呢，商鞅做这个事情呢，也还说明还有什么呢？这个木头要扛过去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十斤是个很重的赏。这个十斤有多少呢？我算了一下，啊，十斤，当时的一斤就相当于20两，还有说24两的，我们就算是20两，一两相当于16.22克。那么十斤就相当于多少呢？十斤是200两，就相当于3244克。把一块木头从这个都城的南门扛到北门，这个不是从上海这个大城市，那时候的城市们很小的，也不过就扛个，我想扛个，对吧？1两华里就足够了。所以老百姓的这么便宜的事情肯定是没有好事的，没人愿意做。商鞅一看没人做嘛，这是商鞅设计好的，故意这么干的。然后说现在增加到50斤，50斤我算了一下，是162100克的黄金呐。一般呢，在先秦讲到金的时候是讲黄铜，但是这个地方讲金的时候，据学者的考证是真正的黄金，因为商鞅必须用这样的一种重赏来树立他的形象。那老百姓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事情更加出奇了。但是就有那么一个，有一个傻乎乎的人想着，反正这扛着也不重，那万一要是真有奖金呢，他就真扛去了。他真扛去了，商鞅真的就把这个给他了。那边跟着看热闹的人都后悔得不得了啊，对吧？这样的便宜的事情我们刚才怎么没做啊？那么商鞅等于说就用这么50斤的黄金，他就一下子树立了他这新的一届的政府在国民中的形象。这是一个讲诚信的政府，是一个令行必止的政府。第二天，他的变法的法令开始颁布。所以我们说这也是智慧啊，真是很聪明的一招。当然，在他变法的诏令颁布以后，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能够收到效果，马上整个的国家嘛都跟着他来了。因为所有的改革都会碰到阻力，很简单，变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会有阻力的。除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之外，还有人们总是喜欢一些习惯性的做法，人们都是安于现状的。所以无论是贵族王公大臣，还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地方，都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有几千人跑到咸阳城，跑到政府的地方来反映这个新法不好，没法做。这个时候商鞅就要想另外一个办法了。前面他拉出了50斤黄金，现在他要拉一个人来做，来做一个代价了。他正好给他抓住了一个把柄，太子也犯法了，太子也没有执行新的法令。我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商鞅这一次可能真的要动真格的了，一定要惩罚太子。但是我们知道太子是储君呢，是未来的国君了，显然是不能惩罚的。那么要惩罚太子，怎么惩罚呢？古人一般来讲，太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惩罚王子不是让王子本人去接受惩罚，是让王子手下的人代替的。那现在太子犯了法了，让他手下的人两个人，太子身边有两个人，一个叫傅，一个叫师。负责太子的道德教育的人叫傅，负责太子的文化知识教育的人叫师。我们现在把这两个词合起来叫师傅啊。那么负责道德教育的这一个人呢叫公子虔，负责文化知识教育的人们就叫公子甲。商鞅把这两个人拿来给了他们惩罚，尤其是把公子甲这个人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叫秦刑，
脸上刺字，作为一个王公贵族的公子，脸上刺了字，这是一个很是体面的事情。贵族最讲究的就是体面。商鞅专门打在他的痛处。那么这样一下来，老百姓知道了，连太子犯了商鞅的法都会受到惩罚，所以老百姓再没有人敢于说这个新法不好了，不好我也不说了。商鞅就用这样的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把新法推敲下去了。当然后面接着的过了两年以后嘛，这个公子虔又一次犯了法，这一次商鞅对他的惩罚就更严厉了，给了他一个什么刑呢？异刑，就是鼻子的这个旁边加了一个刀，所谓的异刑就把鼻子给割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刑法特别有意思，都在脸上下功夫。你们贵族不是要面子吗？你不是要脸吗？我就让你不要脸。所以商鞅也是一个，实际上后来司马迁讲到了，是天资非常刻薄的人，他真的是很刻薄。但是他这样的做法也确实埋下了祸根呐、啊，埋下了祸根呐、啊。你想，这两个人，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他不对他恨之入骨吗？而且这两个人特别有那种很特殊的身份了，他们是太子的师和父啊。太子将来当了国君，这两个人说话，他太子要听的。商鞅做事也真的是不留后路啊。所以我们刚才讲他不择手段，现在我们还加一个不留后路。做大事的人可能真的要有这样的决心呢。所以我们说商鞅不管怎么说，他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让人痛恨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也有让我们不得不佩服的地方，他真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敢于一意孤行的人，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敢做到这一点。这是对于贵族啊，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刚才讲了，他整个的他法律的制定都非常的严酷。有一些记录上讲到，他的法律严酷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是重新丈量土地吗？重新丈量土地，有的时候嘛，没有很多的工具，就是走一步，按照你步伐一步算多少。步固六尺者罚，弃灰与道者被刑。一步就是两次啊，这一脚跨出去，再跨出去，跨两次。我们现在讲的两步，在古代叫一步，这两步跨出去，如果你超过了六尺长，你就犯法了。当然就是丈量土地的时候。然后你乱扔垃圾，我们现在到处都乱扔垃圾的人，中国的乱扔垃圾真的让人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没有好的民风啊，这个时候我真的希望商鞅来。商鞅说弃灰与道者批刑，你在马路的边上倒了一地垃圾，倒了一点对吧，这个烧柴火的灰，马上就要接受惩罚，严刑峻法。所以商鞅他转门讲到了，刑法要严酷，从严不从宽，这和儒家和道家都是不一样的，和我们今天的法治思想也是不一样的。他曾经有一次在渭水边上，一天之内判决了700多个人，全部杀头。渭水尽吃啊，一到渭河的水全都染红了。这是他对普通的老百姓所犯下的罪孽啊。所以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啊，700多人全部被斩首。所以嘛，这个新序上讲到了蓄怨积仇啊，比与丘山啊。他最后在秦国积累下的仇恨比山还深呐、啊、比海深了、啊、比山高啊，真的是一个不留后路的人干的事情。这是他对内。对外，外身抚越之诸，他的目标嘛就是要能打仗，他自己还亲自带兵打过几次仗，一次是围攻安燕，最后把安燕攻下来。安燕可是魏国的首都啊，
这个还算正常的状态。还有一次非常糟糕的，就是在公元前340年，魏国和秦国之间发生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彻底的改变了秦国和魏国之间力量的对比，从此以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但是这一场战争秦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靠商鞅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当时魏国的统帅是魏国的公子昂，我们知道商鞅在魏国曾经做过魏国的公叔痤手下的中庶子，他在魏国的时候和这个公子昂之间关系很好，两人是老朋友，实际上魏国算是他的祖国。他带着秦国的军队和魏国公子昂带着的魏国的军队两军对阵的时候，他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以老朋友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们都是各自为国君派遣的，让我们两个老朋友在前线上做敌人，这很不好，这样吧，你明天到我这儿来，我们喝喝酒聊聊天，叙叙交情，然后我们各自罢兵，让秦国和魏国老百姓都得到安定，这不是很好吗？公子昂一听，对啊，这也是很好，不错啊。他真的就来了，老实人总是吃亏啊。他真来了，两个人也喝酒也聊天也叙友情，叙完了，商鞅桌子一排，他手下的人就出来了，把公子昂当场就活捉了。这边活捉，那边商鞅一下令赶紧进攻，那魏国的军队一点防备也没有，他主帅还在别人那喝酒呢，所以魏国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这一场战争最终导致的结果，我讲三个结果。第一，商鞅本人立了大功，就因为这一次，他从此以后被称为商鞅了。秦国把商和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土地啊，按照后来的这个张仪列传上记载，将近600多里的土地分给他了，所以他称为商君了。这是一个结果，他自己本人。那么对于秦国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秦国这一场战争以后迁都，他原来秦国的首都在雍，我们知道雍州嘛，在雍，这个首都在陕西凤翔，今天是陕西的凤翔的南边，迁都到了咸阳，后来秦国的国都。我们注意这个方向，自西而东。秦国的国都为什么能够东迁，是因为魏国的国都也东迁了。所以我们讲第三个结果，魏国从此一蹶不振，彻底的失去了黄河天险。这个地方是天下最富的地方啊，今天最富的地方也仍然是这个地方、啊、天下黄河富银川啊，就在宁夏这么一个河套这个地方啊。当时魏国的土地啊，这一场战争失败以后，魏国没有能力守住黄河，魏国的首都当时叫安堰，在今天山西的下县，靠近前线守不住了，只好迁都到大梁，今天河南的开封。所以魏国东迁，秦国也东迁，秦国是步步进逼，魏国是步步退缩，此消彼长，彻底的两国之间的形势就改变了。所以一场战争三个结果，对秦国、对魏国和对商鞅本人。当然我讲到这个对商鞅本人的结果，我只讲到了此时当下的结果，商鞅成功了，但是同样给他埋下了祸根。他做很多的事情确确实实不计后果，不留后路的。所以后来嘛，盐铁论上面，在这个汉代的时候，汉代啊，西汉政府啊，曾经召集了一帮的人讨论国家的盐铁政策，一帮所谓的文学之士和当时的国家的这个财政长官这个桑弘羊讨论这个财政政策的时候，他们专门讨论到了战国时候的商鞅。所以这一篇这个盐铁论最后整理出来，会议记录整理出来以后，有一篇就叫做飞鞅。在这一篇里面讲到了商鞅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说虽以活弓箭锋，犹食毒肉欲饱而力其救也。虽然商鞅这一次立了功，然后得到了很大的功劳，得到了一大块的封地，但是相当于他吃下了一块有毒的肉，
他最终因此啊丧命。所以我们说商鞅的结果，我刚才只讲到了当下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这一次的行为让别人彻底的对他不耻，你老朋友也能出卖，你的祖国你也能出卖。所以后来这个郭沫若曾经讲到这一段历史都讲了一句话，说虽然在战场上嘛，可能有的时候要不择手段，但是像商鞅这样出卖故国、出卖老朋友的事情也做得太过分了。商鞅后来这个秦孝公死了以后，新的国君上任了，他在秦国无法立足，逃到了他第一个逃要逃要对哪逃啊？逃到魏国，可是魏国不收他呀。魏国不收他，话讲得很清楚，说你竟然能够欺骗你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你的人品实在不放心，我们不敢收留你。商鞅说好，你不收留我，那我到别的国家去。那魏国说不能让你到别的国家去，你让秦国变得这么强大，你现在是秦国的敌人，你从我们国家跑到别的国家去，那秦国不找我麻烦吗？你只能回秦国去，走投无路把他逼回了秦国，没地方走了。所以我们说商鞅做事这是为自己不留后路啊。我们说做事情追求成功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要讲究手段的正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你君子成功也同样要取之有道。商鞅在这一点做得太差了。所以我们如果做个总结的话，他有成功吗？有，他对秦国有功，但是他新公主以立威，他无恩，在秦国他没有交情，没有交很多朋友，别人对他没有感恩戴德的地方。你当了那么多年的政，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所以你出事了以后没人帮你说好话，就是无恩。然后妻旧交以为功，无信，无恩无信有功。我们实在还要加一条，他在秦国所实行的这一套政治让秦国的老百姓生活在地狱一般生活里面，他也是无德，无德无恩无信，他只追求一个有功。所以他最终的失败，他最终的身败名裂几乎可以说是铁定的。所以我们说商鞅啊，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慨万端的一个人物啊。你要从成功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取得了很少有人取得像他这么大的成功。他对于历史的推动，我们真的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很多，至少找不到很多像他这样对中国历史产生这么大影响的人物。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主流的观点对他的评价几乎全部是否定的。为什么？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那么这个反思我们就可以留到明天，我们再讲一讲商鞅说了些什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现在商鞅做了些什么吗？我们昨天在讲的过程中呢，也应该说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呢这个整体上应该都讲到了。当然商鞅说了一些什么，那是说的很多很多，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可能真是有一点挂一漏万。我要说明一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商君书不一定全部是由商鞅本人所做，所以呢我现在讲的是商鞅所说的，实际上讲的就是商君书所说的。就作为这本书我们整体来研究它，
来考察他，就这本书他讲了些什么，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本书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啊，非常糟糕的影响。那你说这本书难道没有一点正面的价值吗？那肯定有。我刚才讲了，我今天要讲的是挂一漏万的，我们可能只能选一点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我觉得有必要的跟大家讲的。所以呢，我今天可能更多的讲是《商君书》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让我们了解一下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种理论如果我们不去实际的接触它，你可能想象不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人这样提倡过，并且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的政治里面，在实际的政治生活里面一再的被运用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实际上广大的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确实承受着这样的黑暗的政治所带来的痛苦。当然我们说这样的痛苦，这样的黑暗的政治不能由商鞅以及《商君书》这一本书来负责任，但是它确实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理论。那么关于《商君书》呢，我想主要讲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它的所谓的佚名理论，一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一，在这地方打动词讲，统一、唯一，民就是人民。那么什么叫佚名呢？就是在国家里面只要一种人，除了这一种人之外，其他的人必须通过政策使其走投无路，让他改行，让他变成这种人。如果他不能变成这种人，那等待他的就是监狱，就是杀头。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啊，第一个内容就是佚名理论啊。简单的讲，就是国家只要一种民，哪一种民呢？就是生产的机器与战争的机器。所以《商君书》啊，法家的思想，商鞅也好，后来的韩非也好，他们是完全站在专制君主的一边，完全站在所谓的国家利益的一边。所以我们看这个标题，我说国家只要一种民，他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相反，人民是为国家服务的。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等待你的就是惩罚，而且是非常严酷的惩罚。由于我们今天讲的是《商君书》的内容，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要引用很多《商君书》中的原话来加以说明啊。那么关于佚名的理论呢，我这地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所谓的佚名的理论就包括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国家只要一种民，就是耕战之民，平时你为国家生产，战时你为国家当炮灰，你的存在的价值就在这两点。如果你不能够作为这两种工具存在，你就是无用之民。国家只要一种民，而且还包含了第二个含义，国民只做一件事，就是耕和战。只要一种人，而且呢，这些人只做一件事。实际上讲到这地方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稍微有一点的逻辑思维和推理的能力，我们就已经知道这种理论是多么的残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志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追求，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同的天赋的方向。所以马克思讲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理想是什么？那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性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那每一个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他的爱好是不一样的，他的志趣是不一样的，他的追求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国家如果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爱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自己的天赋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样的国家就能够给人民提供幸福了。这样的国家也是有他的道德的基础的。但是商鞅的这种观点，我们显然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你看不到。我们接着往下面来看一看。你比如说他讲到这样的理论的时候，他讲到啊，
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行一教，全是一。圣人治理国家的时候，注意他这个圣人跟儒家讲的圣人又是不一样的，他的概念意思不一样的。法家讲的圣人呢，当然就是法王，就是专制的君主，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人，那他们就称之为圣人了。这样的人治理国家的时候，一赏一行一教，统一赏罚，统一教化，赏赐是统一的。这个赏赐统一不是说每次赏的东西是一样的，而是赏的理由是一样的。你为国家生产的粮食多了就给你赏赐了，你只有为国家生产的粮食多了我才给你赏赐。你说我作为一个学者，我有很多的思想，我有很多的学术成果，给不给赏赐？没有，给你惩罚，你进监狱吧。他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一赏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只赏赐一种行为，只赏赐一种人。你为国家生产粮食，你为国家打仗，杀了敌人的脑袋多，带着敌人的头颅回来多，只有这两种情况给你赏赐，这叫做一赏。然后统一刑法，还有统一教化。这统一教化实际上就是愚民政策了。实际上我们知道，真正的愚民政策说白了不是不让人民受教育，如果不让人民受教育，人民也不一定听他的。所以真正的愚民教育是什么呢？真正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民只受一种教育，也就是说只接受他的教育，只接受他的思想，只接受他的观点，你必须听我的。所以一教也就是这样，用一种思想一种观点来教导他，其他所有的思想都是邪恶的，都是异端，都应该被清除掉。然后他接着讲到了，入使民易于农，出使民易于战，对内就是种田，对外就是战争，就是战争。然后他讲到了民易则农，只会种田的人他就会变得很朴实，这个朴实实际上就是很愚昧啊，他已经没有思想了，也没有眼界了，他没有见识过别的，他只会干这一项，自然就会变得所谓的朴实。这个朴实实际上是愚昧的意思。那么一个愚昧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就是安居而勿出，他会很安分地待在自己家里面而不愿意出去。民之所欲万而吏之所出一，老百姓有很多很多的欲望，但是国家应该让他所有的欲望都从这一个渠道来实现，那就是你种田，你为国家去打仗，你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赏赐你，如果你不这样做就要惩罚你。所以他说吏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吏出一孔就吏出一门，国家所有的资源都控制起来，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然后只让他从一种渠道出去，这样国家就具有了绝对的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国家就会变得很强大，就会无敌。我们说治理国家的应该说有两个目标，就我们今天来说也同样如此，人民富裕安乐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然后国家强大。但是如果国家仅仅以一个强大作为它唯一的目标，那么人民生活的这个国家里面就不会有幸福。所以我们看看儒家的治国的理想，包括道家的很多想法，他们是希望把国家治理成一个富裕的安乐的国家，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他们不愿意谈战争。所以孔子孟子都是明确的反对战争的，庄子也是明确的反对战争的。我们把这个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了。法家正好相反，人民在这个国家里面能否很幸福，他们完全置之度外，这不是国家的目标，
国家的目标就是一个强大能攻，把国家的这个目标啊如此的绝对化，实际上就表明在法家的政治理论里面，人民的幸福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我刚才讲到了法家的理论，实际上从孔子里面讲，他就完全为专制君主着想的，这一点我讲这话一点都没有委屈他。那么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个什么问题呢？导致整个社会没有个性发展的空间，没有个体的幸福。因为国家只要一种人了，那么当然所有的人里面可能有人适合于种田，也很有人可能很喜欢当一个农民，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很多人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可能很有天赋，他在其他的地方很有兴趣，但是你现在的国家只允许这一种人存在，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没有个性存在的空间，没有个性发展的可能，也没有个性的个体的幸福，不存在个体的幸福。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整个的社会目标，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面，社会的目标它的合理性它的正当性是不能够得到保障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决策的层次，它的决策的机制不是合理的，不是有序的，不是可控的，它是由一个专制君主根据他自己的喜怒无常的心情来决定的，他今天高兴了他就这样，明天不高兴了他又那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专制的社会里面政府可以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目标，做不到的。所以在专制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讲，哎，可能会达到有一种效果，就万众一心，但是你要知道万众一心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向一个方向想的时候，它就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体的思想个体的精神都没有了。其次，万众一心必须是通过专制才能得到的，它必须是通过思想控制才能得到的。然后这样确定的目标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不可能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决策的程序，它一定是由一些专制的阶层，尤其是往往是有一个独立的某一个单个的一个专制的君主来决定的。所以这样的国家的目标是不能够保证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所以商鞅的这样的一种治国的方略到最后让秦国变成了什么呢？实际上秦国最终就变成了一个监狱。所以呢，按照商君书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呢，那么他最好的政治就是刑律、刑法、法律，最好的国家就是监狱。所以这是我对秦国社会的一个总结。在商君书的理论里面，实际上最终秦国也就确确实实把这一点实现了。这是讲他的义民的理论。那么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点，我们讲第二点，就是他的圣民理论。圣民或者叫治民，圣就是战胜的意思，治嘛就是法治的治，制服的治，把老百姓制服了。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总是有他自己独立的个体的意志的，所以你要让他完全的照国家的意愿来行动，一定要有相应的手段逼迫他这样做，比如说包括监狱，包括赏，包括罚。所以商鞅在提出了义民理论以后，他自然的从逻辑上讲他肯定会提出圣民理论。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圣民理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种理论。那么什么叫圣民呢？就是政府或者是国家战胜人民，国家一定要战胜人民，国家一定要压服人民。他把国家和人民看成是个跷跷板，
如果国家上去了，人民就必须下来；如果人民上去了，国家就会下去。所以为了让国家强大，国家一定要战胜人民。这是他的一种理论。比如说他讲到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这一本书啊，它里面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言论，我们看不出来它有什么逻辑的论证。像这样的话，我实在是找不出来它的理论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弱了国家就强大了？为什么国家强大了人民就一定要弱下去？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这个论证是怎么来的，但是他就这么提倡的，他就这么主观，就这么认定。所以他讲到了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所以那个有秩序的国家一定要削弱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老是知道中国古代有愚民政策，我们读完商君书也知道还有一个弱民政策，让老百姓愚当然是让他弱的一种方法。你看他把国家和人民如此尖锐的对立起来，习之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者也。这个习就是古代啊，他的古代的那些把天下治理好的圣王，他一定是先把人民给制服了。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如果你要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打败其他的国家，你必须在国内先战胜你自己的人民。所以他说胜民之本在治民，要战胜人民的根本就在于你要有一个办法，一个好的办法来制服他。就像一个冶金的工匠锤炼他的金属一样，就像一个陶器的工匠来培植他的那个泥胎一样。那么商鞅呢，我觉得他就是中国的专制政治的最黑暗的核心。商君书是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的最黑暗的核心，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秘不示人的他们的统治的秘诀。我们现在把这个秘诀给打开，让大家看一看里面到底有多少黑暗的东西。有五个，一个就是以弱去强，以奸抑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我们下面一个一个讲。第二个就是移教，实行思想统治。第三个就是剥夺个人资产，剥夺私有资产，使造成一个没有恒产、没有恒心的社会。我们知道剥夺私有资产实际上就是剥夺个人自由的条件。第四个就是辱民、平民、弱民，侮辱人民，让人民变得很贫困，让人民变得很愚弱，然后这样利于统治。最后如果前面的四种手段都实行下来以后，还有一些人民比较强大的话怎么办？杀。下面我们就看第一个，以弱去强，以奸抑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国家的人民里面总有比较强悍的、比较弱小的。这个强悍和弱小有两个层次的，一个是体格上的，你个子长得高，你体格比较魁梧，你体力比较壮，这是一种人。这种人你到战场上打仗了，当然是好士兵，你为国家种田也很好。但是平时如果你和政府作对，这样的人就很危险，这是一种强民。还有一种强民是什么呢？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有见解的人，这样都属于强民。国家要强大，这样的强民必须要消灭。然后他提出了这样的，你看下面一句话，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这一句话在商君书里面两篇文章里面一字不差的出现过两次，所以他是应该说是这个商鞅的一个很得意的一个政治格言。这话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用一部分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
国家不能强大，只有用弱小的人民去消灭所有的强民，国家才能够强大。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看，从逻辑上看看，商鞅这地方讲倒是很有逻辑性。利用一部分强民去消灭了另一部分强民，存下来的怎么样？还是强民。你国家面对的还是那些强民，民强了，国就弱了吗？前面我们他已经有那个前提吗？所以他要怎么样呢？让所有的弱民然后一起起来去消灭所有的强民，这样结果就剩下来的都是弱民。这些弱民思想上是没思想的，没文化的，没知识的，这个愚昧的，这样的人那国家就好控制他了。下面我引的一段话就是商鞅自己对这段话做了个解释。你看这两篇文章，一个叫去强，一个叫弱民，题目就很明白，去强就是去除国的强民，弱民嘛就让人民，这个弱在这边当动词讲，削弱人民，以强攻强，弱强成。以强攻强不行，国家会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强还存在下来，还有一部分强保存下来了。以弱攻弱，强去。这个以弱攻弱后面这个弱字，根据高亨等人的解释嘛，这地方应该是强，就是以弱攻强，强用弱民去攻打强民，国家就会强大。原因是强去，强民消灭了，国家就强大了。所以强存则弱，强去则亡。强民一旦存在，国家就会弱，强民一旦消失了，国家就会强大。这个理论真的是被实行过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你们知道他干过什么事吗？大家都知道他焚书坑儒，对吧？焚书当然是弱民的手段之一，坑儒是把那些已经有思想的思想上的强民给消灭掉。除此之外，他还干什么呢？叫杀豪俊的。你看那个贾谊的《古琴论》上就讲到了杀豪俊的。什么叫豪俊呢？就是强民呐，强梁啊，那些体格健壮的、性情暴抗的、不大容易服从的，都集中起来杀掉，然后留下的都是弱小之民。这是以弱民去强民。还有一种更为让你不可思议的，就是以奸民来统治良民，就是以奸御良。在一个地方里面，比如在一个乡村里面，你选什么样的人来做乡长，选什么样的人做村长呢？商鞅跟专制郡主出主意，你要选流氓出来，选恶棍出来，让这样的人去统治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天下国家就强大了。这可是他的原话，我可不是胡说的。你看过下面的引文《去强》里面，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治学。你一个国家如果让善民去治那些奸民，你把善民选拔出来让他当官，让他做乡长去治那些奸民，那国家肯定会乱的，国家一定会削弱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之强。让奸民去治善良的人，他认为这样的国家一定会治好，国家一定会强大。我们不读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想象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人类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种混账的理论呢？所以我说，中国传统的这个专制社会里面，那个最黑暗的核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大多数人真的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看到表面上一再的说仁义道德，一再讲我们是礼仪之邦，一再讲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传统的政治的最黑暗的核心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些多么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商鞅、商君书，还有韩非子，还有圣道，还有申不害，这一帮人给专制君主们给他们的统治人民的
手段和秘诀。那么以强民，以弱民去除强民，以奸民来驾驭良民，我们想这样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这就是黑社会呀。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我可以讲就是黑社会，没问题的。所以我为什么看到有人说什么康乾盛世，我就非常生气呢，对吧？那些无知的什么人，对吧？写康什么康熙大帝、乾隆王朝，我们可能是有过所谓的专制君主们津津乐道的盛世。那秦国既被商鞅治理了以后，也变成强大的国家了嘛？他最后真的是非常强大，所向无敌，六国都不是他的对手，统一六国了。但是这样的国家对人民意味着什么呢？你愿意生活在这样强大的国家里面吗？你愿意生活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自由的生活里面，还是愿意生活在康乾盛世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没有一个人傻到我愿意活在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就有一些作家喜欢在那个时代，他喜欢那样的专制君主再活500年。起码的一点价值判断的能力都没有。实际上对于传统的政治的这样的一种弱民政策、愚民政策、以弱民去强民的政策进行反思的人历代都是有的。我这举一个清代的龚自珍的，秦代末年啊，龚自珍可以说是思想这个秦代末年思想解放的一个先驱性的人物。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的观察非常深刻。我为什么说他很深刻？那么多年过去了，100多年过去了，他在比跟我们今天相比他还那么深刻，说明什么呢？你可以说他很伟大，但是也可以得出个结论，我们实在太渺小。龚自珍在他的《一柄之计注意第九》这一篇文章里面，他讲到了有一种时代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盛世，国家好像很强大，尤其是国家显得特别稳定，但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是怎么样子呢？财势于财民除，则百不财独之富之以至于禄之。如果出了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有才华的老百姓，一个有天赋的人民，那么周围100个无才的人、无德的人就会监督他、束缚他，甚至最后杀掉他。而且这种杀他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消灭他的肉体啊，是消灭他的什么呢？消灭他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扎度心。这是龚自珍跟我们讲的他的那个时代，而且他讲的这一种时代表面上从什么地方看都像是一个盛世，都像是一个太平盛世。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龚自珍非常痛苦地讲到了，这样的结果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在这样的民族里面，不仅我们找不到一个才士、一个才民、一个才商，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商人，不用说这些人我们找不到了，甚至我们连财偷财盗都找不到了，小偷和强盗都不需要技术含量就可以作案了。专制政治通过对个体的这样的一种天赋和发展空间的挤压，最终让一个民族失去了活力，唯一得利的就是专制君主本人，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些奸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以弱去强，以奸御良，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异教，就是思想统治。思想统治是中国的传统，
对我们来说嘛，这也不算太新鲜，对吧？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放在这儿不讲了，过去吧，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讲第三点，剥夺个人资本，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孟子有一次和齐宣王在谈话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说，一个王者治理天下呢，一定要让人民有恒产，要上可以侍父母，下可以育子女。你一个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中年人，你国家给我们定的一个工资的标准是什么呢？你拿了这份工资，对上可以养活你的父母亲，对下可以把你的子女给抚养大。孟子说，一个想称王天下的人，一定要在这样的标准上制定人民的收入标准，要保证这样的收入标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收入标准？孟子说，人一般都是这样，有恒产的人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了。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的保障，可以让你不堕落。什么叫恒心啊？就是保持一种善良的本心，不要天天想着歪门邪道，不要想着坑蒙拐骗。有很多人，对吧，小偷小摸的，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他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被生活所迫，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经常的，他们解释犯罪的时候，我觉得儒家在这一点做得很可敬的。孔子和孟子解释犯罪的时候，他不认为犯罪是由于这个人很坏，他认为这个犯罪是由社会原因导致的，是由于国家让人民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然后他不得不去犯罪。所以孟子跟这个齐宣王讲了，你要让人民有恒心，让人民保持自己的道德不堕落，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然后能够向善，那么你必须给他恒产，有一定的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儒家的理论。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商鞅是怎么讲的，恰恰相反。我们讲了愚民，讲了弱民，现在还讲一个平民，就要让你人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然后好控制。你不听我的话，没饭吃。先让你没饭吃，然后你想吃饭吗？好，听我的，听我一次，给你发一点，吃完了还要听我的，再给你发一点。然后它就导致你整个的人民，所有的人民道德上的堕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愚民让你愚昧，弱民让你没有能力，然后平民又导致什么呢？你道德上的堕落，人格上的下流。所以专制统治下的国民，你不要以为专制统治下的国民会强大，不可能强大。那个美国的那个黑人的一个领袖马丁路德金，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他讲过一句很好的一段话啊，他说，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国家武力的强大，也不在于国家的公共设施有多强大，也不在于国家的经济上有多么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公民自身，我们的公民是否很强大。这话讲的我觉得真是讲得非常好啊。那么商鞅的这样的一种剥夺个人的资产，剥夺个人的资本，造成无恒产的社会，无恒心的社会，然后让人民普遍的道德上的滑坡，道德上变得很下流。你看他讲了一些话，他说，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独立，独立者亡。他就要这么折腾，让贫的人富起来，让富的人穷下去，然后这个人贫了富起来以后怎么样，再让他贫下去，他就要这反复折腾。那为什么你知道吗？反复折腾的结果就是让你没有安全感。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一个定性，他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品德，就没有恒心。你没有安全感，你就老是要找一个外在的强权，你去依附他。没有安全感怎么办？那就有依附感。
所以有人研究过狗为什么那么忠诚，是因为狗是所有的动物里面最没有安全感的动物，所以它特别忠诚。除了这个有形的资产之外，无形的资产它也要让你，也要把你去除。比如他在这个算地这篇文章里面，他讲到了有这么一些人，比如说谈税之事资在于口，每个人都有他的资本了。你有钱是资本，那我有无形的资本了。谈税之事他的资本就是口，那我今天来给你们讲座，我的资本就是什么？就这张嘴巴。那我有这个资本，我比如说你国家不给我发工资没问题，我到处讲演我也可以挣一点钱。那商鞅说行，我就把你嘴封起来。处世之资在于义。那有一些思想家，他的资本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有思想，你要控制他的思想，是吧？还有勇士资在于气，一个人很勇敢，他有勇气，好，你也得要把他勇气给消除掉。技艺之士资在于手，你说那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学一个手艺行吧？我学补皮鞋，我在大街上坐着，每天补几双皮鞋，我也能活，我不要从你的体制里面拿钱。你有手艺吗？好的，把你手给砍掉。你所有的你个人所能够依附的全部给你破败掉，然后你想活，你只有一条渠道，从他体制里面去拿那一份他给你的。所以剥夺个人的资本，不光是有形的物质的资本，也包括你所有的你赖以生存的技能、思想、学问等等，全部给你剥夺的一干二净。你想活着的吗？去吧，到那地方登记去，然后让他给你分配，对吧？几亩地你去种去吧，打仗的时候你打仗去吧。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辱民平民和弱民，侮辱人民，让人民贫穷，削弱人民。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他一些话啊，实际上这个跟前面的内容有一些交叉的地方，但是我专门列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些话讲的啊。你看，民辱则贵爵，弱则增官，贫则重赏。我刚才讲了，他主要是要把体制的地位抬高，让人民在体制之外无所依存，所以让你耻辱，让你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体面，然后你就怎么样呢？把国家的爵位看得很重了。你本来什么都没有，你是一个毫无体面的人，你是一个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的人。那么你要想要尊严怎么办？好办呀，到前线去呀，砍几个人头过来，给你一个爵位，50担、100担。哎，现在我有身份了，你不要瞧不起我，我现在是有100担的官了。但是先要把你弄到一个没有体面、没有尊严、没有名声，让你觉得你实在没有办法活下去了，然后你就走到他这条路上去了。所以这叫做辱则贵爵，弱则增官。你什么都没有，你一点能力没有，你只好靠官来保护你。所以我们历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清官意识啊？我们一直在搞清官意识。我记得在九十年代初，对吧？92、93年的时候，我们电视上天天放包青天，那就是清官时代。后来发现清官实在找不到几个了，没办法了，那就看有没有皇上好。就是康熙大帝、乾隆王朝了。我说如果皇上再靠不住怎么办呢？我说会出现神仙的，我们等着吧。我看神仙现在也打制差不多，也出现了。我们就没有想到建立一种制度来保护自己。商鞅倒想到了，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的。然后贫则重赏，你不是穷得没办法吗？那给你一点奖金你就很高兴啊。我几年前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发奖金的艺术，
啊，这写这样的文章的人都是不，都我觉得都是心地不大善良的人。所以我一再讲，一个作家也好，一个学者也好，一定要让自己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一定要站在人民的一边。我站在老板的一边帮他出主意，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下流的人干的事情。那么商鞅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贫则重赏。你一个单位平时你平时的一个月的工资就是10000块钱，到最后年终的时候给你发10000块钱奖金，你没什么感觉的。如果你平时一个月嘛就是1000块钱，到年终突然给你发10000块钱奖金，你是什么感觉啊？不一样了吧？同时10000块钱，感觉不一样。商鞅这个家伙真是阴险啊，他很懂心理学啊。他平时把你搞得很穷，一个月给你发100块钱，然后年终的时候给你发1000块钱，你激动得不得了。这就叫做贫则重赏。然后你天天想着国家的爵位，天天想着讨好那些做官的，天天想着去把国家的奖赏拿到手，你的心思是不是全在他那了？你的思想是不是被他控制了？很厉害呀。所以我们说商鞅真的是绝顶聪明的人了，可惜的他又是太坏的人。一个人特别聪明，如果又特别坏，那就很糟糕了。龙有鱼食则波焉与岁，商有引力有美好商气。农民如果他有余粮，他可能嘛就会一年都不好好的干活了，那怎么办呢？让他没有余粮，让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是让你没有安全感，然后就让你像蚂蚁一样拼命的劳动。我们的寓言故事里面把蚂蚁看作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蚂蚁了到秋天了开始忙了，往那个它的洞穴里面搬粮食啊，然后一个知了在那地方唱歌啊，然后蚂蚁说你别唱歌了，你搬粮食吧，啊，知了不听啊，到了冬天来了，蚂蚁丰衣足食，知了被饿死了。这个从这个角度也对，对吧？我们平时应该努力一点，应该勤奋一点，对吧？应该对自己有点储备也对，对吧？但是你说蚂蚁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是也太下流，也太低层次了一点？一年到头就忙着这点吃的，这至少不是人的生活啊！人除了物质还应该有精神呢，人应该是蚂蚁的生活和知了的生活的结合，除了搬运粮食之外还要唱歌。可是商鞅说，我就让你吃了上顿没下顿，让你天天搬运粮食都来不及，你唱歌。你别说，商鞅在文章里还专门讲到过，有一些演出的人，艺人，在商鞅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艺人了，唱唱歌，有时到乡里面去唱唱歌，然后老百姓给他一点东西，他说这些人绝不允许他到农村里面去。到农村去了，人家农民一看，这些唱歌也能挣钱，他就不劳动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看商鞅还提出了一种很在这个法律上，无论是从政治伦理、法律伦理，还是纯粹法律的角度，都是非常荒谬的观点。重刑轻赏，重刑轻赏。我们知道儒家的观点呢，是要轻刑重赏，这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在《尚书》里面就明确讲到了，宜罪从轻，宜赏从重。就对这个人他的罪行到底他是该判5年还是该判3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判3年叫宜罪从轻。那么宜赏怎么办呢？从重。是赏他100块呢，还是赏他1000块呢？那就赏1000吧。这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我们说他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对吧？我对儒家的思想有很多批判，但是他确实有很多人道的地方，跟法家一比你就知道他确实是太好了。好坏是可以对比的看的嘛，对不对啊？没有绝对的好坏吗？但商鞅可是正相反，重刑轻赏。他讲到了刑重而必得，刑一定要重，进阶止固，莫若重刑。
所以我刚才讲到商鞅的这个，我说商鞅的在商鞅的观念里面，那个最好的政治就是行礼啊，那最有效啊。实际上，商鞅的这样的一种观点里面，我们看他下面还有话：重刑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这话我先翻译一下，然后我们来看看你能不能理解他的逻辑。这个商鞅的思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他说，对老百姓惩罚的重一点，赏的轻一点，这正好可以表现皇帝是热爱老百姓的，老百姓们也愿意为老皇帝去死的。反过来，如果你对老百姓赏的很多，惩罚的轻一点，那正好说明你这个国君是不爱老百姓的，老百姓也不愿意为你去死。你能理解这样的理论吗？除非你是个狩猎狂，我收拾的你越厉害，你越喜欢我，那狩猎狂才有这样的心理。那商鞅就这么写的。所以法家思想真的是，他把人分成两类，专制君主就是施虐狂，老百姓就是受虐狂，全社会就是由这两种病态的人组成的。你除非从这个角度理解，你无法理解他这样的话啊，你给我赏多一点，给我的罚轻一点，我反而不喜欢你了；你把我惩罚的重一点，给我的赏很少，我反而特别喜欢你。你说我有没有病啊？但这是商鞅说的话呀。所以你读《商君书》，有的时候你想不通，那你要从病态心理学的角度去读。专制的思想真的是病态的，然后他让全社会都变得很病态啊。商鞅的这个理论我刚才讲了，即使从法律的角度讲也是讲不通的，因为法律它有个平衡的问题，一个量刑的轻重，他一定要根据罪行的轻重来量刑的。所以韩非在这一点上就比他要好一点。韩非在他的这个文章叫《滥案》里面，他就讲到了“行当无多，不当无少”。这话讲的，纯粹从法律的角度讲，韩非讲的是对的。你给一个人的惩罚，如果是恰当的，和他所犯的罪行是对等的，那就无所谓轻重。那有的人杀了人了，我们就把他判死刑。判死刑重不重啊？对他来说不重，但是有的人就是因为偷了东西，你把他判死刑，那怎么样？那就重了。所以韩非讲了，行当无多，只要是恰当的就不多也不少，如果不当你再轻也不行。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对吧，比如说在大街上吐了一口痰，你把他逮起来放到监狱里面去，我就给他判了一年，然后你说我没判他死刑呢，我就判一年很轻的，那不行，这不当。他吐了一口痰，最多罚款50，对吧？你已经给他判一年了，已经很重了。这一点韩非呢就比商鞅好。实际上商鞅的这个理论，我在读这个汉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例子，苏武传。苏武出使匈奴，苏武手下的一个副使叫张胜，和那个匈奴的里面的一些人偷偷的密谋，把一个这个单于手下的一个大臣叫卫立想给杀掉。后来这个事情败露了，然后苏武们也受牵连，就被他们逮起来审讯。那么苏武坚决不屈，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但在这里面呢，有对于苏武等人的量刑当时有一个争论。那个卫立嘛，就跟那个单于说，这些人他们竟然想谋杀单于的大臣，应该把他们全部斩首。但是单于手下有另外一个人叫祖燕赤鸡的，这个人这是个匈奴人，他说不能够斩首的。他现在这些人是谋杀单于的大臣，而且是谋杀未遂，如果你把他斩首，那么如果下一次有人说我干脆了，我也不杀他的大臣了，我就直接把单于给杀了，你怎么再加重惩罚呢？所以祖燕赤鸡说，这样的人嘛，只要他愿意投降就可以赦免他。祖燕赤鸡在提出对苏武等人的量刑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上的原则，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痛恨一种现象，我们加重刑罚就可以的，因为这样会造成整个法律秩序的混乱的。假如我偷一个东西，你就给我判一个死刑，那我不偷了，我干脆抢了，抢也不过就死刑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假如我简单的伤害了一下你，你就判我死刑，那干脆我把你杀了。所以你法律如果这样判，如果没有这么样一个差距的话，那你就逼着犯罪的人都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犯最严重的罪行对于他来说是最有效益的罪行。所以商鞅在这地方讲的一味的强调重刑，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会破坏法律的秩序的。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商鞅的很多思想和中国他同时代的春秋和战国时候的其他的一些人的思想我们做一个比较。在商鞅的思想里面嘛，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在他《若民》这篇文章里面，他讲到了朕作民之所恶民弱，朕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这样的理论如果我们今天不给大家用原话引出来，你也不相信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政治理论。什么意思呢？国家制定政策，如果制定出一个让老百姓特别讨厌的、特别害怕的政策，那老百姓就弱了。老百姓弱了，你就知道结果是什么呢？国家就强了吗？对吧？朕作民之所乐，民强。如果你制定一个政策是符合老百姓利益的，是让人民喜欢的，那么老百姓就强了。最后，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制定政策一定要制定一个让老百姓不喜欢的政策，要制定一个让老百姓很讨厌的政策。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时期啊？很多。削弱人民就要制定一个对老百姓不利的政策，对老百姓不利了，国家就强了。商鞅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作为一个政治理论的倡导者，他竟然公开提出来要制定削弱人民的政策，制定让人民厌恶的政策，公开这样说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我们很多专制金融是这么干的，他偷偷摸摸干的，但商鞅可是公开这么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只不过我们在座诸位大多没看而已。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把它和这个先秦其他的一些思想家做个比较。比如说我们看看管仲，管仲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也把他看成是个法家人物，实际上管仲呢，严格的讲他不是法家，他也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管仲的严格意义上讲他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在这地方他讲到了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素之所欲因而与之，素之所否因而去之。你看，顺应民俗，顺应人民的想法，所以管仲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啊。管仲在齐国帮助齐桓公将近40年的时间啊，整个这个春秋时期，到了春秋后期这个时期，老百姓最活得最好的时期就是管仲的时期了。他不仅把齐国治好了，齐国是霸主吗？他把天下各路诸侯都召集来开会，你们必须都给我规规矩矩的，天下的诸侯都很规矩，那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什么战争。如果有外族入侵的话，那么管仲齐桓公还带着齐国的军队把诸侯都召集起来共同抵抗。所以管仲40年施政，在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大的功劳，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非常高。孔子批评管仲就讲这个人不懂礼貌，不懂礼，因为他比较生活比较奢侈，但是他对管仲评价很高。有人说管仲这个人是不是不好，孔子说管仲是一个仁人呢，用人来评价管仲多高啊。然后有人说管仲这个人是不是不好，孔子说你不要骂管仲，唯管仲武器披发左衽矣。这句话我们简单的说，
他说没有管仲的话，我们现在中原的文化可能都不存在了，我们就已经被外族入侵了，整个中原都被别人占领了，我们都变成少数民族了。你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多高，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我们就从这16个字来看一看。素之所欲，因而与之，他要的我给他，他不要的我把他改掉。顺应人民的想法，顺应人民的意愿，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的政治家。这是管仲。下面我们再看看庄子。庄子讲的治国，在庄子虚无鬼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原文你可以不看，我在这只是表明我有根据的，不是我胡说的。皇帝把天下治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听说嘛，在昆仑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天师很厉害，他想着我再去向天师讨教讨教啊，怎么样把国家治得更好。他带着大臣们就去了，转了半天找不到这个天师，后来在路上就碰到一个放牛的小孩，就问这个小孩天师在哪里，我们想找他。这个小孩就问他，你找天师干什么呀？皇帝说，我想向天师请教一下如何治国。这个放牛的小孩就告诉他，治理国家很容易啊，就像我放牛一样啊，牛喜欢吃的草你就让它吃，不喜欢吃的草你就不让它吃。这个皇帝一听呢，马上就跪下来了，你就是天师啊，确实他就是天师。看看道家的观点，人民喜欢的就给他，不喜欢的就改掉，这是道家的。儒家怎么样呢？那孔子孟子的思想我们知道了，对吧？我现在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国语上面的这个国语周语上的一段话，在少公对周厉王的一段劝说的词里面，他讲到了一个行善被败。行善被败什么意思？说制定政策之前要多方面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以后嘛，先把这政策下去实施，实施完了以后再考察一下哪些政策人民喜欢，我就推广，这叫行善；哪些政策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我就把它改掉，这叫被败。所以管仲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的政治理念应该说是正常的政治理念啊，商鞅的这个政治理念是病态的政治理念。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里面，是商鞅的这个东西成了专制君主统治天下的最黑暗的内核。所以我说，我们有5000年，我们不要动不动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一下，我们有5000年的黑暗史。最后讲杀戮，这个杀戮简单讲就是战争，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杀掉其他的诸侯国家，可以削弱对方；其次，在战场上也把自己国家的强民怎么样呢？杀掉了。我们等会要讲到秦国在这个后来秦国在这个列国纷争里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战绩啊，这个战绩我是打引号的。国贫而勿战，独身与敌，无六师必强。国家很穷了怎么办？我们说国家穷了就别打仗了吧，这不是什么正常思维吗？都穷成这样你还打什么仗啊，对吧？那个朝鲜都穷成那个样子还在搞核武器，对吧？然后粮食全靠中国、靠韩国、靠美国给他送去，这可能是也是学了商鞅学坏了，对吧？国贫还要他还天天要搞打仗，但是商鞅说独身与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把那个毒啊转移到对方去了，啊，国内呢就没有那么多坏人了。这个师我们是以前讲过六师，就有六种对国家无用的人，就强大了。那么国强而不战，毒属于类。如果你国家很强大了，你却不去发动战争，那么这个毒素啊就在自己的内部里消化了。
对吧？礼乐诗害身，然后什么礼乐啊，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老百姓都产生出来了，国家就肯定会削弱。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打仗，打了以后把毒又输给敌人了，国家又强大了。所以他讲圣人治国，能团内能杀力，能够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些力量给杀掉，就是发动战争。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公之国必须。你把这些人的力量集中起来，然后你要带着他们去打仗，在战场上一方面消灭敌人，一方面也自我消灭，这样国家就越来越强大了。能生不能杀，曰自公之国必须。你把老百姓都搞得很强大，却不让他们去啊，不去驱使他们去打仗，有那么多强大的人民在国家里面，他们在自己在国内自己闹事，所以叫自公之国，自己互相打起来了，这样国家就会削弱了。所以要让一个国家怎么样呢？能生能杀，要生出一些强民来，然后让他送到战场上去，又杀人又自杀。商鞅的理论发展到最后就是自杀型啊，就是人体炸弹。这是我们对商鞅的治民的圣明的理论，我们主要的简单的讲这五点啊。我刚才讲了，我们是挂一漏万的，只是举例说明的啊，只是举例说明。下面我们讲一讲啊，最后商鞅自身啊有什么样的一种下场？什么叫做法自毙呀？商鞅用他的这样的一种理论来治理秦国，他确实收到了短期的明显的效果。一下子，首先秦国的粮食多了，粮食一下子多了。其次，秦国军队的战斗力成倍增长，那老百姓在前方他不得不卖命啊。你腰上不挎几个人头回去，你得不到赏不说，你还要受罚呀。如果你在前方你打败了，你投降，你后面你的父母子女都在那地方变成人质了，所以你宁愿在前线战死，你也不能让自己的父母子女在那地方受苦啊。所以秦国的军队的战斗力是成倍增长，一下子让六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根本就不敢碰到秦国的军队，一看秦国军队来了，他们不用打自己吓跑了，所以的战斗力很强。那么在后来的汉代的一本书《盐田论》里面，这个《盐田论》我上次介绍过啊，西汉政府曾经开过一次会议，一个经济会议，专门讨论盐田专卖问题啊。在这次会议上呢，关于国家的很多的相关的政策都有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国家的财政大臣就是桑弘羊，和桑弘羊辩论的是一帮所谓的文学之士，在这些辩论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历史上的商鞅进行评价，那么这个话题后来集结成一篇文章叫《飞鞅》，对商鞅进行否定，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治王道。这个话确实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就是我们不能看一时的得失。从短时期里面讲，商鞅确实让秦国变得一下子有粮食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强大了，在列国纷争里面一下子占了上风了，并且所向无敌，把六国灭了，建立了统一的王朝了。这是商鞅的成功，这就叫他为秦开帝业。但是这样的一个王朝是不可能长久的。秦王朝统一以后，16年的时间就灭亡了。一个强大的王朝，16年，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他最后的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商鞅的这个理论，包含着他致命的弱点。他让秦国一时取得了成功，但是又为秦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在他的统治之下，在商鞅的统治之下，在商鞅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指导下，秦国是一个无声的世界。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无声的中国》，
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中国。秦国就是一个无声的秦国，秦王朝也就是一个无声的秦王朝。所以在商鞅还没有死之前，死前的五个月，赵国有一个读书人见到了商鞅，商鞅是专门向他请教的，说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你对我在秦国施政的这个政绩啊，你给我做一点评价，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这个赵良对他可以说做了全面的否定的评价。然后赵良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千人之乐乐不如一人之恶恶，一千个人对你唯唯诺诺都在说你好，不如有一个人能够对你提出反对的意见。一定要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没有不同意见的国家看起来是盛世，看起来非常稳定，但是就像鲁迅所讲的，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所以秦朝最后的灭亡，就是有一个人喊出了一句话，就是陈胜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呢。一个那么强大的秦王朝被谁给弄灭了呢？就被一个小小的陈胜，就被陈胜所带着那个700个人，700个连兵器都没有的人，折木为兵，扎杆为旗，然后天下英雄云集响应，项羽也出来了，刘邦也出来了，他秦王朝就灭了。当然在秦灭之前，商鞅本人也已经尝到了这样的后果了，赵良已经警告过他，说你现在靠着秦孝公，他说如果秦孝公死了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你知道吗？秦国想杀你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吗？商鞅不听呢，五个月以后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了，我们知道太子的两个师傅，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那个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啊！我昨天讲了，贵族最讲的就是体面呀。你把他鼻子割了，把他的脸上刺了字，他不能出来见人呐，这是多大的仇恨呢？公子虔被割了鼻子以后，8年的时间没出过门。你想他在家干什么？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等。所以这边老秦王秦孝公这边双腿一蹬，是吧？刚死，那边这个太子一即位，公子虔马上就上了一道奏书，商君是谋反者。马上秦王新的秦国的国王就派兵搜捕商鞅，抓捕商鞅，商鞅赶紧逃跑。在逃跑的时候碰到两件事。在路途中他想住一下旅店，旅店的人说，那旅店的人不认识商鞅啊，那时候没有电视啊，如果有电视当然天天看到他，对吧？他不认识商鞅啊，商鞅那时候也不敢说他就是商鞅啊。旅店的老板告诉他说，我们国家商君有一个很严厉的法令，旅店里面的住客如果没有官府开的介绍信，那是不允许住的，住了以后我要受惩罚的，所以我没法接待你。商鞅这个时候就尝到了那个滋味了，他有一句感慨啊，他说我没有想到实行法治最后是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说现在有一个成语，我们的标题上写的做法自毙，这个成语就从那来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件事。然后他逃到了魏国，魏国人不接待他，他不是魏国人吗？魏国人不要他了。本来在六国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风气的，你在这个国家犯了罪，你逃到别的国家去了，大家就不管了，很正常，这种事特别多。你比如说孔子的时代有那么多乱臣贼子，
你看孔子最讨厌的那个季氏手下的那个家臣杨户，对吧？那个杨户嘛，在这个鲁国叛乱，最后被打败了，然后逃到了赵国。赵简子把他收留了，也就算了。只要你逃跑了，就没人管了。商鞅想着嘛，反正我不行了，我跑到魏国去了，那也就算了嘛，就过去了吧。可是魏国的人对他是什么感情呢？这我们是知道的。魏国人说：“我们现在不敢接待你。”为什么？因为你曾经竟然欺骗你的老朋友公子昂，用那样卑鄙的手段欺骗他，所以我们对你的人品不放心，这样的人我们不敢接待你，你还是走吧。那商鞅说：“那好吧，我从你这儿轱辘，我到别的国家去。”那个魏国的老百姓说：“那不行的，你到别的国家不行的，现在秦国这么强大，我们又打不过他，你是他们的罪人，对吧？我如果让你从我们这国家秦国到别的国家去了，如果秦国趁找这个借口来找我们麻烦，我们怎么办？你还是回去。”逼着他回到了秦国，不然他怎么会给抓起来呢？他如果穿过魏国，比如说跑到齐国去了，那不也没问题了吗？那齐国在山东，对吧？那个秦国在陕西，离这么远，中间隔着好几个国家，没问题的。但是魏国的人就不允许他经过。你做事做得太绝了，做得太绝了，所以后来的这个《吕氏春秋》上面讲到了，说事自行不可不审呐、啊。一个人做事情，不能不审视一下后果，不能够不留后路啊。那么商鞅现在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所汤莫之饮，所归莫之游。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愿意隐瞒他，把他隐藏起来，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他，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和隐瞒他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当然是商君的人品已经让人们不齿了，没有人愿意接待这样的人。还有一个真是非常有黑色幽默的这样一个色彩，是因为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太强大，所以其他国家的人不敢收留秦国的罪犯。他自己让秦国强大，然后导致自己以后无路可走，这真是黑色幽默。回到了秦国，当然秦国是无路可走了，以前封他商于之地十五县，现在还是他的吗？体制能够给你的随时可以收走啊。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一门手艺比一个文凭都更好，文凭可以不承认你，手艺他不能不承认呢。我在大街上修皮鞋，我修得好，不要你承认，穿皮鞋的人承认就可以了，对吧？你商鞅商于十五县的土地是国君分封给他的，前一代国王封给他的，那后一代国王可以收回来，可以吗？他现在无路可走了，然后他手下就有那么一帮人，那一帮可能收了他一点好处的一帮徒属，就手下的一些人，他就带着这么几十个人，上百号人向百军攻打郑国，你说这简直是无望的困兽之斗啊！那几百号人能打郑国吗？他为什么要打郑国呢？他想把郑国打下一块地方，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安身呢。这是很可笑，真的太可笑了，完全不可能。但是他没有路可走了，他死马当活马医啊。那么他这边进攻郑国了，后边秦国的军队就跟来了，所以最终在秦国渑池这个地啊，在郑国渑池这个地方。把商君逮起来了，杀死了，然后车裂。这个史记上的记载嘛，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史记的商鞅的这个列传上面的记载，是杀死了以后再车裂的，就五马分尸啊。但是呢，史记的秦本纪上面，好像是直接活着五马分尸的。不管是死了以后还要给他五马分尸，还是活着的时候让他五马分尸，你都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些人对他有多大的仇恨。死了以后还要把他尸体给拉开，这不是仇恨吗？活着把他活活的拉开，把他撕碎，不也是仇恨吗？种下的是仇恨呐、啊，
那收获的也一定是仇恨。这就是商鞅本人的非常悲惨的一个下场，很悲惨的一个下场。盐铁论上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对吧？说孝公足之，举国而攻之啊。注意这样的话，不，这个举国而攻之这样的一种措辞是跟孔子学的。孔子在这个写春秋的时候啊，他特别注重自斟自句酌。如果这一个人是被这个国家里面的某些人杀害的，他就会写有人杀。如果这一个人让全国的人民都恨他，是人民的公敌，那么就不是有些人杀他了。你看这地方的写法是举国，全国的人都要杀他，说明什么？说明杀死商鞅的不仅仅是公子虔啊，对吧？不是，不仅仅是这些人，不仅有王公贵族，而且还有秦国的普通的老百姓，人人痛恨他，这是太失败了。所以商鞅做事是成功了，但是做人太失败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东西南北莫可奔走，四面八方没路可走，把自己弄得无路可走，四面都是墙壁，然后只能仰天而叹。最后我们要知道，商鞅死了不仅仅他一个人死了，彝族都灭了，包括他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真的是很残忍的。而且的罪名是什么呢？反叛。你说这是不是又是个黑色幽默啊？啊，一个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郑国，把良心都献给了秦国的人，就为了秦国强大，他什么都不顾了。这么样一个忠臣的人，最终的罪名是反叛。所以在专制社会里面，什么黑色幽默都可以制造出来的。那么上这个盐铁论上最后讲到了为天下笑，注意这个笑字啊，商鞅死了没有人为他哭啊，大家都为他笑，嘲笑他，成为一个笑料，成为一个笑柄。最后还有一个结论呢，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我刚才讲举国而攻之是全国人民要杀他，不是一部分人要杀他，所以三个层次。第一，不仅仅是王公贵族公子虔这些人要杀他，是全国人民都要杀他，是各个诸侯国的人，因为他们不接纳他，是都想杀他，全天下的人都要杀他，不是王公贵族，是秦国的老百姓，不仅仅是秦国的老百姓，是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天下人。而且到最后还不是天下人要杀他，是他自杀，自找的。真的是，我讲商鞅这个人真是太值得我们去研究了，他的成功真是太成功了，他的失败也真是失败的一败涂地。最后我们要看最后一个问题，商鞅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秦国？他死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秦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简单的说，秦国在春秋的时候是落后的国家，愚昧的国家，但是到了战国的时候，大家看一看战国策，包括史记上的，你会看到在战国时期的各国人士的口中讲到秦国的时候，频繁出现的四个字，虎狼之国。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后果。概括的一句话就是，商鞅变法让落后的秦国变成了强大的秦国，让一个愚昧的秦国变成了一个野蛮的秦国。缺少的是文明，没有文明，落后了变强大了，愚昧了变成野蛮了。你看商鞅在商君书里面禁令篇里面给那些军队打仗的是他规定的任务，
能恭维陈彦斩首8000以上则淫愣。什么叫淫愣呢？符合朝廷给你制定的最低标准了。回来以后怎么样？你这场战争完成基本的目标了。如果在野外打仗斩首2000以上，符合标准了。整个的一篇禁令这一篇文章，血淋淋的两个字斩首不断的出现。战争就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作为目标。当然这一点跟这样的一种转变，战争变得不择手段这样的一种转变，从孙子兵法就开始了。孙子兵法就讲到了兵不厌诈。开始向不择手段开始啊，这样转变。实际上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中原的这样的一种战争的传统，在至少在春秋的时候非常人道的，像一个游戏一样的。你就是跟对方打仗，如果对方往两个人一块，你拉个刀砍我，我拉矛攻你，打了一会我发现我打不过你，我转身就跑。我已经转身跑了，你当然可以追，但是你追是有规定的，你追50步，你一边追你还要数着1、2、3、4、5，追到50步你必须停下来，再追你就犯规了。那我已经跑了吗？我认输了吗？然后如果我拿着一把长矛，我上战场上，我发现对方来了一个人，他头发是花白的，怎么办？不打了，不擒二毛。头发花白是老人，那是不能给他打的，那打是不人道的。然后我和对方打仗，如果对方已经伤了，失去了战斗力了，不能再攻击他，不重伤。这些规定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战争法很相近的，很人道了。不重伤，不擒二毛，那你说秦国的军队行吗？我管你二毛不二毛，我砍一口人头进去回去，我有50担的粮食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举一个有个个案来说明秦国的将军白起。我们在史记里面，我们找一个那史记里面这个白起的传记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就这做个个案。秦国将军白起的战绩，我打了个引号。下面有个说明，白起后来被封为武安君，因为打仗打得特别好嘛，被封为武安君。他一生带着秦国的军队攻巡六国的城市有70多座城市。我现在统计的只是史记里面明确记载到他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杀了多少人的。史记里面如果比如说把这边攻下来了，没有说杀多少人，我也不统计。那么这地方一看有这么几个数字，在秦昭王14年攻打韩国和魏国与伊阙的时候，斩首24万。你看看这个人数啊，24万斩首，为什么要斩首？24万回去给他一堆，然后商鞅就给他算账了，多少钱给你了。在秦昭王34年，白起攻打魏国，斩首13万，与赵国的将军贾彦作战，陈其族20000人于河中，20000人俘虏了以后，把他们身上绑上石头，沉到黄河中淹死。秦昭王43年，白起攻打韩国的京城，85城斩首5万。在昭王47年，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次战争，坑杀赵国的已经投降的士卒40万，就长平之战40万。他就一个将军，就算起来有80多万吧。在这些统计里面，我要加个说明，我们还没有统计秦国士兵的死亡的人数。你不可能那些人都把脑袋伸着让你杀呀，你杀别人10个人呀，至少要杀你一个吧。秦国士兵死亡的人数没有统计，但是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秦国士兵死亡的人数也非常多，
为什么？你想，假如你对方来的人是秦国的士兵，他一定要把你斩首。你如果有地方逃跑，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到无路可逃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只能是拼死反抗，因为他没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不会缴枪不杀的。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秦国的士兵杀对方的人数很多，但是秦国的士兵也必须承担巨大的牺牲，因为对方一定战到最后一刻。这也是商鞅既定的政策吗？他的战争就是要杀对方的人，同时让对方的人也要被杀掉一些吗？那么我们举就昌平之战，我们来看一看啊。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在昌平之战进入到相持阶段的时候，为了取得这一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白起在前方，秦王在后方，下了一个颁布了一个政令，全国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赐爵一级，然后把15岁以上的人全部的征调过来，全部送上前线到昌平。那就是说，我们打一点折扣吧，可能实际上这条有点夸张，实际是这么写的，15岁以上的人系议昌平，全部都送到昌平。因为这场战争对他们真是生死之战，他是孤注一掷了。我们打一点折扣，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当时秦国已经用尽全力了，15岁以上的人都已经去了。那么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是赵国40万被活埋。那么秦国到底死了多少？后来白起在自己的有一次讲话里面说到了，秦国虽然破昌平军，但是秦族死者过半，国内空，秦国的士兵也死了过半，超过一半，整个国家的人口都空了。那秦国，那赵国的40万，我们秦国应该搭进去多少万呢？你可以想象。战争到了最后，通过商鞅的变法，又秦国倡导了这样的一种残酷的战争的方式，最终在战国时期，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战争的规模，战争的血腥的程度，我告诉你们，现在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的学术界，不承认这个数字，他们无法想象战争会如此的残酷和血腥。你看那个剑桥的这个中国秦汉史，那个西方的学者对实际上这些数字他们不相信，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他们太善良，他们读读《商君书》他就相信了。那么这一场战争结束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统计的数字，秦国在整个的统一六国的过程里面，我们根据史记里面的就明确记载到的，在整个的统一六国的过程里面，斩杀的六国的人口数在150万以上，这同样不包括秦国士兵死亡的人数。除了这个数字以外，我再提供给另一个数字做一个对比，当时全国人口总数2000万，全国的人口总数就2000万，所以秦国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过程？就是一个大屠杀的过程，就是一个大屠杀的过程。这样的屠杀的结果，秦国固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在军事上频频得手，但是在政治上秦国是一败涂地。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来看，给你两个史料。第一个史料就是商君书，在这一本书里面自己就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来民，就招揽人口。你知道那个时候吧，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国家的人口多，国家力量就大，所以商君书里面有一条就来民，就是让其他诸侯国的人都能够 想办法让他都到秦国来。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他有这样的几句话，他说：“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赵、魏、韩这三个国家跟秦国接壤的三个国家，已经四代无法战胜秦国了。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大大小小的战争，三晋这个地方被秦国占领的土地不可胜数。但是，即使到这样，老百姓
不服，所以他最后自己也很悲哀地说：“秦能取其地，不能夺其民也。”你可以通过武力把他土地占领，但是你无法征服他的民心，老百姓早逃光了。这是商鞅的。我们再看看白起是怎么讲的。白起后来，这个我举的例子都是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上的。白起后来跟秦昭王说：“说我们以前把赵国上党这个地方攻下来以后，上党的老百姓怎么样呢？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上党的老百姓不愿意做秦国的老百姓，然后纷纷逃亡，逃回赵国，纷纷都逃走了。”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一个苏秦这个人物，苏秦还有一个弟弟叫苏代，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外交家。苏代后来到秦国，找到了秦国的国相叫范蠡，跟范蠡说：“你们这样的战争的结果是不能够收服人心的。”他也举了这样的一些例子，他说：“赵昌攻韩，为行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你曾经攻打韩国，是吧？把行这地方攻下来了，把这个上党也攻下来了，可是上党的老百姓全部逃跑了，不愿意在你秦国，都回到了赵国，所以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天下的老百姓不愿意做你秦国的老百姓，不愿意做你秦国的老百姓已经很久很久了。我想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这样的国家很强大，但是这样的国家人民没有幸福，人民不愿意生活在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里面，人民一定要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安乐的国家里面，哪怕这个国家不够强大。最后我做一个总结，一个历史学家叫诺曼·卡曾基，他对希特勒的一本书《我的奋斗》做了一个统计，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我的奋斗》这一本书里面每一个字让125人丧失了生命，每一页让4700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平均让120万人丧失了生命。那么现在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商君书》让多少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问题在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随着二战结束，他的危害就结束了。《商君书》可是一直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到清代，它到底让多少人丧失了生命？这个真的让我们要反思，至少我们要警惕，要警惕。所以我在这个最后面，我引用泰戈尔的一段话：“谢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轮子下的活人之一。”我们都是有可能成为被压在轮子下面的活人，你不要以为你就是轮子。好的，就到这里，谢谢大家。